像现在那么干燥，西藏整体特别干燥，像来高原就容易有些细纹呐、皮肤比较粗糙啊之类的。像夏天来的话，完全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啊。七天游是全境吗？应该不是啊。七天游的话，我觉得以西藏的这整体的面貌来说，它是游不完的啊。导游吗？不是的啊，冬暖夏凉是不是啊？受限，六安地区管的啊。推荐一下拉萨特色酒，客栈也可以的。拉萨特色的客栈很多都是民宿青旅啊，你可以选择民宿跟青旅过来的，很方便的哈。四月西藏下雪吗？会飘雪的，会飘雪，有些地方它可能就七八月份不飘雪，其他季节都飘雪的。紫外线特别强，对，紫外线每天强烈的紫外线，它是四川的两倍多，所以说来到高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防晒的软件硬件给它安排上了，一天会让你黑好几度的，不然还真以为你是从非洲回来的呢。人好多，陶姐姐是啊，每天都有那么多的人流啊。这个是给大家免门票，我们在这个位置，大家是来的话，来转转的话是免门票的。大昭寺不进去的话，大家就是进去是85块钱，我们在外围的话就是免门票，是沿着大昭寺，以大昭寺为中心，在转经道上面转经，它全程大概1000米这个样子哈。四月份可以看到，四月初可以看到西藏的桃花节的，林芝的桃花节啊。没有，有没有本地客栈？都是本地客栈啊，西藏这边都是本地客栈呀。有人挥手，对呀，雨梦，我们经常在直播的时候，很多人很好奇，然后跟大家打招呼啊之类的，所以这边人，就是精神压力没有那么大，很容易，就是很容易亲近的，很容易相处的，不像行色匆匆的这些一二线城市啊，大家都是行色匆匆，都是赶时间一样，而这边不是，你要对着他笑，他马上就会对着你笑，就是这样子的，无缘无故大家都是会互相的打招呼，虽然不认识啊，所以很多人受伤之后，可能情感上啊。或者说事业上受挫的时候，会来到高原选择进藏的话，来净化一下灵魂，或者来抚育一下灵魂，它是有原因的啊。桃花节怎么样？可以啊，桃花节选择3月底4月初进藏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现场版哦。你可以看到的漫山遍野都是桃花哦，跟需要的朋友或者想来的朋友啊，提前可以准备一下啊。如果大家没有时间过来这一段时间，你可以给我点个关注，我到时候会给大家做一个现场直播的林芝桃花哈。然后我看一下啊，您是那个，终于听到你的声音了，太亲切了。好，我们沿着人群往前面走啊，沿着人群往前面走，不在这个位置耽误太久。我是在阴凉底下，你去林芝直播啊？对呀，凡哥，我会去林芝的。为啥手里都拿着珠子啊？因为拿着一般是左手拿着佛珠，右手拿着转经筒啊。彩霞，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西藏特产的，但是呢，我就更多的是分享风景，会选择，比如说每周五的啊，会这个样子跟大家来个西藏特产的专场直播哈。西藏有熊吗？这个我倒没有听说。西藏有那个西藏有藏獒。布达拉宫是朝拜圣地，对，美女说的太好了。这个跟团怎么去呀？跟团的话，你可以来到西藏拉萨的时候再选择跟团啊，这样自由度会更高一点啊。很多人在西藏这边的话，比如说，刚来的话身体不舒服，有高原反应是正常，你可以休息2-3天。如果你跟团，可能就要沿着时间往前走啊，不方便啊。所以自己来的话啊，或者说来到拉萨之后再报团，你自己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多休息啊，休息完了之后再往更高的地方再去报团啊，或者更高海拔的地方去旅游啊，很方便的哈。几月份去合适啊？一年四季风景是不同的啊，很绝美的。选择夏天进藏的话，看到的更多的呢，都是一些草原啊之类。选择冬天看到雪山、冰川啊这些，一年四季风景不一样，看自己的情况。如果说实在害怕高反的朋友，你选择夏天进藏。谢谢木子里的小星星啊！这个位置是我们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啊，它里面接待过我们上百名的，然后驻藏大臣，还有里面还有一些书信往来啊。你们来了以后可以去参观。这里面是免费进去参观的啊，以前它是一个冲塞康的，类似于一个四合院，老百姓的房子，后来被征用了啊，是这样子，是免费参观的。我们直播的话就不进去，你们来的话要记得进去啊，就在这个位置啊，在我们的那个八廓街上面啊。小美女下午好，来的话能联系你吗？可以啊，小姐姐。可以呀，来我请你喝西藏的酥油茶。对，大昭寺夏天最热，白天能达到28度，晚上是10度左右啊，所以一天温差很大，白天的温度很高，但是晚上温度很低啊。林芝现在特别好玩，是不是啊？
风轻云淡，谢谢你的小心心，谢谢大家飘的礼物啊，送的礼物啊，大家方便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榜上的朋友点一波关注哈、啊。天好蓝，是的，怎么知道高原反应呢？比如说你来到高原，你会做出来一系列不同的那个身体不舒适啊，如果胸闷气短、四肢乏力或者头疼头晕、脸色蜡黄啊、还有就是那个包括四肢乏力啊，还有流鼻血啊，这些都是正常的啊、然后都是高原反应的一种啊，你会能感受到身体不舒适的啊、然后休息两三天，一般我们身体健康的人三天左右就可以克服我们高反了，所以大家心态很重要。不要特别害怕，谢谢大家送的礼物啊！我们直播间的伙伴们，方便的话可以给我们飘礼物的朋友点一波关注啊！谢谢他们的支持，谢谢。所以你根据自己的身体反应来啊，或者实在严重的朋友可以喝一点，可以去医院打一点点滴或者吸点氧啊，都很好的。四月上旬你能帮忙安排住宿吗？四月上旬可以啊，如果大家来感觉人生地不熟啊，有点担心，你也可以跟我联系哈，给我留言啊这些，我能帮的尽量会跟大家去联系的。毕竟在高原待了四年，这边一般认识的人各个行业都有了啊，而且拉萨它是一座小城。很方便的，大家不想认识都认识了，实在城市比较小，互相都是老乡，你一句来呀，可以找我啊，马上关注你了。谢谢风吹流。谢谢大山，手上拿的是代表什么？手上拿的是转经筒啊，转经筒，转经筒的话，它里面不是空的，它里面是有经文的，经文，有一些六字真言或者十二字真言，所以大家转经相当于念经啊，就是大家在家里如果不到寺庙来，没时间到寺庙来的话，会在家里拿着转经筒在转啊，这样子哈。那里海拔3000会不会有高反？一般海拔，我们身体平原上的人在接近海拔3000的时候就开始做出来反应了，一般是这个样子的哈。对，谢谢大家的点赞。主播安徽人啊，安徽人，布达拉宫后面的公园有跳舞的吧？是有的，我们找个时间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后面跳锅庄舞的老朋友啊，30公里啊，十二字真言是什么？是莲花师上师大师的一个上师咒啊。然后我弟弟能说出来那12个字啊，我说不出来，那个比较好像比较难学。六字真言我倒可以说得出来，六字真言就是Om Mani Padme Hum，然后十二字真言的话我倒说不出来。拿的佛珠那么多，对，老百姓一般左手拿着佛珠，右手拿着转经筒啊。我们往前面走了啊，谢谢你们的关注和点赞啊，辛苦了。金马演艺消费高吗？还可以吧，反正西藏没有消费很低的地方，因为它越偏远的地方呢消费会越高。明天让哥哥给我们说。好，我去过山南没有反应是吧？可以啊，山南的话是我们也是佛教发源地啊，是佛教的发源地啊，很多人会来探索我们这佛教的话，他会往山南去啊。讲得真好，让我们认识了对西藏的风土人情。镜头还不能完全凸显出本地的一些特色啊，还有本地的一些风土人情啊，有机会要到现场来看看的哦，要亲自踏上我们这座雪域高原，你才能感受更亲切一点啊，或者说更深刻一点啊，所以我们用镜头让大家用镜头来吸引你们来西藏啊！你看，这都是我们本地的服装啊，本地的服装，这些都是挂在腰饰的，或者挂在头饰的，这些挂件还是比较贵的哈。有机会一定要亲自过来哦，看到的完全是不同的啊，跟我们镜头看到的，会更加震撼一点啊。老百姓的穿着、饮食文化各个方面，我们藏文化也是非常非常悠久的历史哈。这是什么街？这叫八廓街啊！你离西宁远吗？离西宁的话还可以，离西宁的话有2000公里这个样子哈。门店都是很小一间的，晴天，对。然后这是八廓街，它被称为天堂上的街市啊。很久以前就是吗？哇，一个美女，你们要的美女，刷到我的是不是？来旅游的是吗？啊，没有，我在这边工作。啊，在这边工作的是吧？走了，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一个小美女，我想给你们看看的，结果她不好意思，一定来，飞机挺快的。这个被称为天堂上的街市啊，我们在很久以前就有了这个街市，那个时候更多的呢，在街市上分享的都是尼泊尔商品或者印度商品，还有我们西藏的商品在一起交汇的啊。在这个地方，现在的话就是越来越丰富了啊，越来越丰富了，藏文化很深奥，夏天去了找你，好。
帮家人转转筋。对，是的，在八廓街。嗯嗯，谢谢淡如水，谢谢你们送的礼物啊，也谢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哈。我们往前面走哈，你看，4月10号文成公主演出，嗯，4月10号，去追他，我追不上，人家跑得太快了。他在这边工作，在这边工作的人都能跑起来啦。我给大家做直播的时候，我还不敢跑起来，跑起来太喘了。我平时是边走路边跟大家播的哈。3月22号上海出发，可以啊，3月份来，选择3月份来的话，那么正好3月底到西藏，能去看林芝的桃花哦。坐火车来是不是比较好呀？高反少一点。对，火车的话你要坐卧铺过来啊，不要坐硬座坐过来啊，身体不要太疲劳，身体疲劳的话抵抗力就下降。首先坐火车沿途的风景很棒啊，沿途可以看到雪山，可以看到一些湖泊啊，看到藏羚羊啊，看到牦牛啊这些啊。其次的话，火车它全程是供氧的，我们身体的话它有一个适应过程啊，慢慢接近高原的话，身体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高原反应啊。所以大家坐火车的时候一定要最好是坐硬卧过来，坐卧铺过来，或者软卧这样子。3月中旬，3月15号之后还可以哈。谢谢白鹤，谢谢山人，谢谢你们的礼物。现在主播是不是有点缺氧吗？我一口气说太多的话，如果走路太快我也会缺氧的。现在拉萨演艺哪儿最好啊，我也很少到这些地方去。金马据说还可以啊，金马。拉萨景点推荐一下，拉萨的景点啊，看你想要哪些景点，还有你的旅游时间是多久啊，还有你的季节选择是什么季节来啊，它根据季节不同的话，景点也是不同的。比如说一些三大圣湖啊，羊卓雍措啊，纳木措湖啊，这些湖泊冬天它可能会上冻，冻住的话你可能看不到那么碧绿色的，所以一般选择夏天来的话会看到这些会更好一点。冬天会看一些雪山冰川会好一点哈。海拔高会喘气的，当然了。门票的话现在不需要门票，布达拉它是200块钱的门票。布达拉宫的门票它是免费到3月15号，3月15号还有十来天的时间啊，你们注意看一下啊。八廓街1个小时能逛完吗？可以的。一般我会逛慢一点，你们要是买东西啊，你看琳琅满目的，琳琅满目都是卖东西的。如果一些就是走得慢一点，可能时间要久一点哈。马吉阿米喝杯酥油皮茶，青稞啤酒。你看一下，琳琅满目卖的都是我们西藏这边的特色的一些东西，还有就是有些转经的老百姓他也是需要的，他有的是从地区上来的，他们转经的时候也会顺道买一些东西啊带回去的，带到地区或者带到牧区去的。在冈仁波齐转过山是吧，上面彩色的是什么啊，你们有看到对不对？像这种房子上面的上面的这种经幡有看到对不对？经幡的话，经幡它是上面是有经文的，咱们就是藏区的老百姓，它借助于大自然的力量来念经啊，它被风吹动一次相当于念了一次经，所以呢就是借助于大自然的力量在念经，这个的话被称为经幡柱，这个的话就被称为经幡。经幡柱上面裹着的都是经幡，它都不是空的，上面都是有经文的。都是我们西藏这边就是类似于我们念经的一种方式啊。你看一下这边很多，几乎每个房子的房顶它都有，看得到吗？几乎每个房子的房顶都有，对不对？经幡，桃花开了好漂亮。对呀，漫山遍野的桃花哦。夏天酥油茶都是苍蝇腿。这里是哪里呀？欢迎我们直播间新进来的朋友，欢迎你们。我们现在是在西藏的首府拉萨哦，在海拔3650米的雪域高原给大家做的直播哈。我们是在布达拉宫旁边的大昭寺，我们拉萨的老城区的中心位置啊。在这里大昭寺给大家做了直播哈，八廓街这面。对，有什么特产？西藏特产，物产不丰富，但它特产确实挺好的，比如说虫草啊、雪莲啊，都属于西藏特色的，还有牦牛肉啊这些啊，它产量不高，但是呢，它的功效确实是好的，都是平原的好几倍啊。所以这座城市像藏香藏药啊，很多人都会选择进藏的话会带这些东西回去啊。带的特色的东西回去还比较多，没什么问题啊。会不会高原反应吗？高原反应我已经习惯了哈，我待了4年我已经习惯了。去西藏大学，藏红花什么西藏花什么季节开，是不是假货太多？
我不是西藏人哈。其实现在来的话，任何地方，我相信每个景区它都有一部分的真真假假的，大家也一定要擦亮眼睛啊，一定要擦亮眼睛。如果说你们想买一些西藏这边特产啊之类的，也可以给我点个关注。你像我周五啊，本周五就会跟大家分享西藏这边的特产，是给大家保真的啊。我每天直播，如果我的东西是假的话，直播间都要炸了，所以是给大家保真的。价格是批发的价格，比你们来本地买还要便宜的哈。现在开了啊，海拔3000多，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有点喘。那你还好喽，桃姐不辛苦啊。看看雪莲吗？很少看得到哦。藏花是什么时候开啊？藏花的话，它是葛桑花，你们有听过吧？有听过葛桑花吧？葛桑花是我们西藏这边也是比较出名的一种花，但是我没有关注过它什么时候开，我下次帮你们问一下哈。4月份去哪个景点玩？去林芝，买到虫草了不？可以买到啊。神秘人，但是虫草的话现在价位有点贵，一般的话它都会在每年的9、10月份那个虫草季节啊，虫草挖虫草的季节，然后它会便宜一点啊，现在买的话会更贵一点啊。对，葛桑花你们都懂的是不是啊？这里的温度现在是多少？这里的温度现在的话，白天能达到零上15、6度啊，零上15、6度，晚上的话还能达到零下3、4度呢。现在啊，现在虽然开春了，但是还是有点冷的啊。葛桑花对不对？多少米一颗啊？多少米？它是按颗或者说是按克来卖的，按颗或者按克，而且跟虫草的长度、大小还有饱满度有关的啊。太美了，是不是？这个虫草的话，我要单独去跟大家去看一下，因为我平时的话，更多的会喝一些，藏红花，藏红花的价格会更亲民一点，一般的老百姓都能接受得了，而且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话，就是，都是一些批发的价格，老百姓都能接受得了，所以，太贵的东西的话，好像不一定每个人都接受得了，是这样子的哈。你不带货，我可以带货的。我是，一般正常的话，我会选择，星期五啊这个样子给大家带货，就是后天这个样子。后天你们来我直播间就可以看到了哈，看看现在人好多，对不对？现在人是不是好多？现在人好多，对不对？你看转经的人啊，每天都有那么多络绎不绝的人在转经啊，在朝圣啊这些。你家没有产品上架，晴天我最近我更多的会跟大家分享风景啊，会选择某一天跟大家分享特产呢，就是星期五的话，就是后天会跟大家来一个西藏专场直播的，到时候你们有需要可以到我直播间来看一下的。这是西藏哪里啊？这里是西藏的首府拉萨哦，在海拔3650米的雪域高原，在圣城拉萨给大家做的直播哈。下午好。对，是的，所以大家就是想要这边特产，或者说是要记得星期五到我直播间来的话，可以给我点个关注或者加个粉丝灯牌，这样子我直播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会有通知到你们，就不会错过了哈。我不会每天跟大家去带的哈。布达拉宫几月份就好一些啊？不同的季节来都很好啊，夏天来的话会空气更好一点，然后空气的湿度还有氧含量会更好一点，所以很多人选择夏天来，怕高反的朋友选择夏天来，很多人想要就是经济压力比较大会选择冬天进藏，冬天的话它都是像布达拉宫啊，它都是免门票的，冬天啊在拉萨待过2年是吧？对，这里是八廓街啊，6、7月份，这里是八廓街。好，我们往前面走了啊，往前面走，你看人特别多，是不是？夏天排队会排很久，一般正常的话都要预约啊，提前1天或者2天预约啊。西藏这边的话，特别布达拉宫，它每天限人流的，它一部分给散客，一部分的票呢是给旅行社的，所以大家来的时候要提前去预约，不要影响自己的行程。而且7天之内只能做一次有效的预约啊。如果说你预约当天有事啊进不去的话，或者不能准时去的话，你只能等到下一个7天再预约了，他要求很严格的，可以录屏啊，沉默，可以录屏的，你们想录屏的朋友可以直接录的哈，想录屏的朋友就直接录就可以了哈，可以把我的声音调到最小，好像年轻人不多，老年人转经的时候都是老年人居多，会带着小朋友啊，也是一种文化上的传承啊，让他们从小就养成这种转经的意识哈。所以也看老年轻人，他们也要工作，也要上班，要挣钱的啊。
怎么预防，怎么预防呀，是怎么预约吧，从小程序上面预约，看到马甲米了，对，马上到我们网红打卡的地方了啊，马甲米，我们网红打卡的地方，气温多少度啊，现在应该能达到15度啊，现在是不是当地人比较多，游客比较少一些，对，是的，地区上的老百姓比较多在这面啊。马甲米是啥？马甲米的话，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马甲米啊，它是据说也是一种传说，是我们六世仓央嘉措跟他情人约会的地方，在这个位置哈。然后现在形成了我们的餐饮啊网红店，2层跟3层啊，2楼跟3楼，大家去了可以尝尝这里面的餐饮，还是比较贵的，它里面包含了尼泊尔餐、印度餐，还有藏餐，还有少量的西式简餐啊，都集中在那里啊，但是价位还是比较贵啊，扎西德勒。能不能露个脸？蚊子可以的啊，等一下跟大家露个脸啊，知道仓央嘉措就知道马甲米，对，是的，去年五一去了，可惜没开门。然后在这个位置去里面消费还是挺高的啊，其实我们西藏这边大街小巷这种甜茶馆特别多，他们的话会更便宜一点，这里的话相对来说会更贵一点哈。我的菜的话做的，我的店做的更多是西式简餐啊，喜欢听你讲解，谢谢。你看一下马甲米在这里，很多人的话他啊，如果赶上旅游旺季的话，大家都会在这边去拍那个拍写真啊，拍照在这边拍的啊、在拉萨待了2年是吧，感觉拉萨很好。对，有机会要回头来2次旅游3次旅游，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高原，有1000个西藏啊。有些人来了之后可能身体不适应，高反很严重，以后再提到这个地方他会觉得头疼啊，头晕不想来。那有些人来了一旦适应之后，他就心心念念着再来2次再来3次进藏啊，把心都给落下来了。所以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高原，而且我跟大家说的话是我眼中的高原，是我眼中的拉萨，你们看到的也许跟我看到的感受到是不同的，所以有机会亲自过来看看的话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啊。你好像前几天没有直播，对呀、啊，真真，我前几天是我弟在跟大家聊的，房间太小了是吧，去过2次爱了。高血压的话，对，高血压的朋友一定要小心一点，问一下医生啊，去的小孩也不少，这边看到的更多是我们藏区的小朋友，藏区的小朋友。你的店在哪里啊？在布达拉宫后面啊，布达拉宫后面1公里的样子。主播录个美容，好奇是不是啊，好奇我待了4年有没有高原红，是不是啊，都在好奇，给我点个关注，好奇的朋友点个关注来着，我把镜头给大家转一下啊，满足你们的好奇心。我是安徽人啊，去年6月份去的，高反严重啊，上吐下泻，对，有些人都是的。小金鱼终于懂到我了是吧。店的名字叫两女神披萨汉堡啊，谢谢伯爵，谢谢你们送的礼物啊。这是拉萨吗？对，我们现在是在拉萨的老城区的中心位置啊，大昭寺这边给大家转经的啊，点赞。是的，肺病可以吗？最好要问一下医生啊，心肺功能有障碍的朋友一定要问一下医生，因为高海拔的地方它缺氧，它气压比较低，所以说它对心肺要求要高一点啊。我不是开民宿的，我在这边是开餐饮的啊，开餐饮的。来，我把镜头转一下啊，满足你们的好奇心，在这里，在这里啊。没有看到我的店面，你的店面在哪里啊？零度，可以介绍一下风土人情吗？比较浓一点的店，西藏这边越偏越那个大街小巷的藏餐馆啊，是越接近咱们本地的啊。一般你要到那装修好的地方，反倒尝不到本地的一些特色哈。没有本地的浓厚的这种感觉啊。在这里给大家做直播呢，你们看一下。进藏需要带什么药品吗？可以带一些感冒药，或者带一些葡萄糖。葡萄糖、感冒药这些的话，特别很多人头晕啊、头疼啊，很多都是低血糖造成的，低血糖，所以喝一点葡萄糖它是有必要的哈。能安排那个旅游吗？我不是做专业做旅游的，但是如果你们觉得人生地不熟，然后来到高原，你也可以跟我联系，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些靠谱的旅行社，毕竟待的时间久了。藏红花什么时候？无辜，藏红花后天下午的4点左右会跟大家上架哈，到时候你们需要的朋友可以到我直播间来看一下。我在西藏待4年了，我自己喝藏红花都喝了2年，所以我强烈推荐大家人手必备一份啊。眼镜啊，眼镜的话现在不
敢拿下来，因为紫外线太强了，眼睛睁不开啊，看到镜头看的也是模糊的，所以戴眼镜啊，帽子、口罩、眼镜来高原是必备的啊。等会太阳弱一点的时候会把眼镜拿掉，一天会让你黑好几度啊，所以来的时候啊一定要防晒做到位，小姐姐们啊。十五度吗？对，有十五度啊。你看穿得很厚吗？我觉得还好吧，不是很厚吧。去我们店里看看是不是啊。好，下次带你们去看一下，皮肤已经不好了，显得比较粗糙，然后细纹比较多，所以高原的话，像我们这边紫外线每天强烈的紫外线它有八个小时，是四川的两倍多，所以来到高原待高原待一年相当于在四川待两年的感觉，就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不要让人家觉得你真是从非洲回去的啊。休息不好也有高反，嗯，紫外线强，说的太对了啊。什么时候看桃花？月底啊，月底，然后四月初、三月底我会去林芝带大家看《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现场版，这是漫山遍野都是桃花哦。然后我们2018年马爸爸都到我们西藏来参观我们的桃花节，很盛大的。你们有需要或者说有安排，哎，想来西藏的朋友，三月份来的话，月底来的话也很棒哦，月底来也很棒的。哦，八廓街，对呀。美死了，是不是啊？真的，人家仓央嘉措说过那么一首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得哈。他说：“这佛光闪闪的高原，三两步便是天堂。”真的是这样子，就是你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感觉，都不需要你美图的，都不需要你做一个什么 PS 的，都不需要的。去我店里看看，是不是啊？有那么的。藏红花啥意思啊？星期五到我直播间可以的，或者你们提前去网上搜一下藏红花它的功效啊之类的，然后呢星期五到我直播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是给大家做保真的啊，保真的，我喝的就是那一款哈。怎么预约？从小程序上预约布达拉宫哦。对面叫什么名字啊？叫马吉阿米哦。马吉阿米藏餐有什么好吃的？藏餐的话，我们经常吃到的一些藏餐很多，它比如说炖排骨啊之类，它都会用虫草和藏红花一起跟大家炖出来的，营养是很好的。多少米啊？什么多少米啊？和气生财，我去找你到你店里看看，可以。我们店的话在布达拉宫后面一公里的样子啊。新疆发货的飞翔，新疆可以发。哎，飞翔，我记得你上一次好像买东西，我记得给你发过你的货，我记得，我没记错的话，我有发过你的货。几月份能上？上能绿啊？几月份山上能绿啊？高原它整体的大环境绿植特别特别稀少啊。它是特别特别稀少的，所以你几乎看不到啊，几乎看不到有什么绿植，最多有一层绿绿的这些小青草而已哈。高原它是特殊情况在这里哈。青稞面是不是粗粮？算是粗粮嘛，因为青稞属于大麦的一种哈，看处理的情况了。如果加工的特别细的话，那也不算粗粮了哈。我们往前面走哦，我在山南，明天到拉萨，可以啊。你看一下啊，在这里，谢谢浮生，谢谢你们的礼物啊。西藏，桃花节需要预定吗？多少米一张啊？它有的地方它需要预定的，像雅鲁藏布大峡谷啊，你就要买门票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去看那些，有些是需要的哈。那你要是看你看的这些范围大小，有的你可以在路上都可以看得到了哈。很漂亮，拍藏装是吧？近点看对面的店啊。近点看，我已经过来了哈，我已经过来了哈。大昭寺嘛，你看一下周围啊，给大家看看周围来着。周围这些商店啊，很多以前的话啊，被称为，包括现在也是一样，被称为天堂上的街市，转不完的转经道就是在这里啊，转不完的转经道啊。老百姓都在这边转经啊，你看到吗？现在的温度啊，现在的温度能达到-15度啊。面膜没有啊，西藏这边也有西藏的这些面膜。绿植少，藏红花开在这里吗？藏红花它之所以命名为这个名字啊，是因为世界上80%的这个花都是来自于伊朗的啊，所以你看到的更多的都是伊朗的比较多，伊朗的土壤最适合生长这一款。好，它不是说每一样的每个地方的土壤都适合的哈。好想去西藏，下午好浅溪，那里娱乐活动多吗？这边逛街也可以逛，但是没有那么大的商场，像我们最大的商场，谢谢安然，最大的商场的话，它一般的话它是现在应该是万达吧，现在应该算是万达。
我其实平时我逛街是最少的，也许是因为西藏这边没地方逛，也许是因为我性格中不太喜欢逛街哈。牛肉有吗？会有的啊，会有的。牛肉的话会星期五啊，星期五到我直播间来啊，星期五下午4点会给大家来个西藏专场直播的哈，西藏特产的专场直播哈。西藏我可能一辈子都去不了，为啥？身体特殊情况嘛。功效没法去介绍，功效有些特殊的敏感的字眼哈，你们去网上搜一下，先搜一下，先在网上搜一下，然后百度搜一下，然后搜完了之后，星期五到我直播间来，然后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价格都是批发的价格，这样子哈。树也没发芽，我个人觉得西藏的春天来的比较迟，而且它秋天走的会比较慢，经常。我们平原上的路已经绿叶就开始出来了，我们这边才开始来发芽之类的。还有就是秋天的时候呢，这边断断续续要落叶落好久才能落完啊，这样子啊。身体健康，但太远了啊，怪不得呢。对，霞光，来，你看转经的人啊，这棵老树的话，它是，被称为公主柳，也被称为唐柳啊。当初我们文成从大唐带过来的一些柳树啊，因此称为唐柳或者公主柳。老树旁边的话，它是有一个酸奶坊啊，味道还比较那个，很多人都知道的，很多人都懂这个老树酸奶坊的。然后你们来可以尝尝，是牦牛酸奶哈。这棵树，你看我们高原的树木啊，它就是长得很粗，对不对？不是很高，因为会人为的从组织干给它锯掉啊，不让它啊那个纵向发展的太高啊。也许我个人觉得还能是因为离心脏太远了吗？还是怎么样？好像这种会更容易在高原生存下来哈。所以高原生长的植物动物其实都是了不起的哈。它因为毕竟环境相对平原还是有一些恶劣的哈，恶劣的。到拉萨等我是吧？这个位置在哪里啊？这个位置是在那个八廓街啊，大昭寺这边哈。牦牛肉吗？有的，牦牛肉你星期五到我直播间，星期五下午到我直播间，到时候会跟大家来一场专场的，会跟大家分享不同的牦牛肉啊。可以给我点个关注或者加个粉丝灯牌都可以的哈。老树精是有神灵的，对，是的，霞光。我们西藏这边是全民信教，他相信山是有山的灵魂，树有树的灵魂，或者山水它有不同的灵魂。所以在高原，你经常能看到到处都是山，但是呢，也不会为了城市建设，然后他去开山填海啊，他去扩建这座城市，它是很少的。所以我们明天去布达拉宫，就能感受到整个能纵观整个拉萨城的城区啊，就会发现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区。山体被大山围绕的一座城市啊，你们看一下远处啊，远处还是有山呢，对不对？你好，你好姐姐，我刷到我的直播间，你是安然是不是？我刚刚说，哦，就是你呀、啊。对，我刚刚说我看到我自己了，你是来旅游的吗？我不是啊，就是我卖虫草的那个。对对，我有印象，啊，对你这边也是弄特产的。哎，对。哦，怪不得你是在这条街吗？这条街卖还是在哪面卖？在宇陀路。在宇陀路啊、行，原来你就在这面啊，这么近啊。你今天是单独过来玩的吗？我刚刚把事情忙完了，然后准备上去喝茶，楼顶上去喝茶。现在应该也不是很忙，是不是？现在不太忙。哦，可以的，行。你一个人吗？一个人是不是啊？然后这个是我们榜二吧，我没记错的话，安然姐姐，大家好，她也在西藏，应该也待了好多年了吧？我是2018年来的。2018年来的是不是啊？你看人家2018年来的皮肤还是可以的，对不对啊？保护的还挺好的。她在这边也是做一些特产啊，在我们二号链接啊，在我们二号，那个榜二啊，喜欢的可以给她点个关注，我们安然姐姐，我估计应该是。你比我大那么一丁点，你89年的嘛？对啊，我记得89年，我是84年的。哦，怪不得呢。也没有啊，我看你没有什么皱纹啊之类的，保护的还挺好的啊。
谢谢大家送的礼物啊，也谢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啊。然后我们接着往前面走，你今天是一个人过来的哈？哎，对。哦，然后安然的话，他是在我们榜二啊，榜二他也是在这边做一些特产，因为我们很多从平原上过来的人，更多的呢会在这边做一些西藏的特产啊，或者一些像我啊做一些西藏特产餐饮啊，这些都会去做的。所以在这边创业的人啊，一般都会根据因地制宜吧。本地也就是服务业还有餐饮业比较丰富一点哈，还有西藏的特产啊这些。那里的温度多少啊？这里的温度这回能达到15度左右啊，15度左右。西藏有狐狸吗？没听过哎，没听过。先去喝茶。嗯，好的好的，那你去吧哈，行，好，有机会联系。我前几天去你店里去找你，然后你没找到是不是啊？我一般经常不会在店里的，可能我比较懒，完了之后我一般会去店里坐一会就走了，就出去了。因为有人管嘛，我自己也懒得在那长时间看着，我会出来转转的。嗯，行行，好，行啊，没有没有，好，拜拜。嗯，一般几点太阳落啊？一般的话，太阳是在7:30左右啊，冬天赶到7:30，夏天的话要到8点多。我们天黑下来的话，完全黑下来，这个季节要到8:30左右天才会黑啊。这是哪里呢？这里是西藏的首府拉萨哦。我们在海拔3650米的雪域高原给大家做的直播哈。视频中看到的老百姓，你觉得大家好像那么多人是不是？看到的更多的是我们藏区的朋友啊。节奏很慢了，看这个位置看得到吗？这个位置就是布达拉宫，看得到吗？这个位置是布达拉宫。我们老城区，我们政府规定啊，布达拉宫方圆3公里之内，它的建筑啊不允许高过布达拉的高度啊。所以说，在这个位置你可以看到布达拉宫，看得到吗？我们拉萨市里的风景的话，也是很那个景点也是相对来说很集中的，走几步就可以到了哈。所以拉萨市里我觉得不需要抱团，你们自己自由行就可以了。谢谢安然，谢谢八廓街，谢谢你们的关注。明天下午4点左右跟大家播啊，明天下午的4点左右哈。然后你看一下这个位置啊，还有就是现在看到那么多老百姓啊，更多的核酸检测啊，核酸检测低风险区都不需要了哈，不需要了，绿码带过来啊。现在就在播啊，明天我们去布达拉宫，今天我们在八廓街这边啊，明天的话想去布达拉宫的，下午4点到我直播间。景啊，来西藏旅游现在是最近几年特别倡导的，所以你们就放心大胆的来吧。我们是佛教圣地，然后是全民信教的，大家都是有底线，然后特别朴实的、特别淳朴的一个民族哈。一定一定安排上日程啊，来到高原。身体健康的人啊，不要给自己留下一些遗憾，要来体会一下什么是高原反应啊。这里对这里这里的话，车流量是进不来的哈。去的话找你做导游，我不是专业搞导游的，所以我对。对于这些介绍其实还不够格啊，可以约着出来喝点茶倒可以的，你来找我是吗？欢迎我们直播间新进来的朋友，欢迎你们。海拔多少？拉萨的海拔是3650米啊，西藏平均的海拔都是4000以上啊，所以大家来到拉萨的时候休息个2-3天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你的身体啊，我们平原上的人过来的话，一般身体在接近海拔3000，它就会做出来一系列的高原反应。那么比如说胸闷气短、四肢乏力、头疼头晕啊啊，包括饮食不振啊啊，包括流鼻血，都是我们高原反应的一种啊。每个人的反应，每个人的反应程度也是不同的，所以呢，在拉萨休息2-3天，然后转转拉萨市里的风景是非常有必要的。不要来到高原就觉得不舒服，之后就往更高海拔地方去的话，那样子你会更难受一点啊！哇，小伙子，你看看，好奇是不是啊？
星期五是上官，星期五也是下午四点左右跟大家开播，也是下午四点左右啊。所以我们跟大家啊分享，我一般正常都是下午四点多或者三点多这个样子就会给大家开播这个样子哈。一直想去是吧？三千大致在哪里啊？拉萨市我们脚下是3650米，来到拉萨就会有一系列的高原反应出来了啊。不用谢啊，谢谢安然。欢迎我们直播间新进来的朋友啊。大家没有关注也可以给我点个关注，我在西藏是常住的，每天会跟大家分享高海拔的好玩好吃好看的风景分享给你们。我们榜上的朋友也都是特别支持我们的，有些是西藏这边本土的，做一些本地的一些特色的，你们也可以给他点个关注啊。来，我们往前面走啊，往前面走。缺氧厉害不？因人而异的，根据个人的体质不同，然后缺氧的程度包括高反的程度都是不同的。身体健康的人你就放心大胆的来挑战一下高原反应吧，没有不会要命的。如果身体有特殊情况的一定要问医生啊，因为毕竟高海拔的地方咱既不能太高估它也不能太小视它啊。你应该是卖东西的吧，我在这边做餐饮，做一些西藏的特产啊之类的。不吃牛羊肉但那会饿肚子吗？西藏这边餐饮现在相当相当丰富了，你们要的东西啊，要的简餐，要的西式简餐，要的一些也比如说中餐啊，都到处都是的，面食啊，饺子啊非常丰富了，不用担心饮食这一块没毛病的啊。饮食不会阻碍你们的啊，没毛病的，相当丰富，只是说一条街可能没有大家，不像我们平原上一条街会有很多家的竞争而已，同样的商品啊，它现在这边的话就是餐饮丰富，但是竞争力还不是那么大啊，是这样子。你在哪里开餐饮？我就在布达拉宫后面1公里的样子，在那边开餐饮的哈。西藏的房价贵吗？西藏的房价12000左右，新盖的房子，你们觉得呢？冷吗？不是很冷啊。然后这一回你看大家穿的衣服啊，都是太阳底下晒一回就觉得很热了，很舒服的。晕车的朋友不一定来高原会有高反啊，这个没有可比性的哈。你带绿天珠吗？我文章我不带哈。团结新啊，对，是不是团结新村，是雪新村那面啊，雪新村。拉萨消费高，它消费堪比北上广啊，它整体来说算是很高的。你们看一下远处的山，西藏的话就是山体比较多，所以说很多都是冻土，这边物产没有那么丰富，很匮乏，都是平时用到的都是从我们平原上运输来的，运输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其实都是我们消费者在买单，所以说拉萨消费堪比北上广，它是有原因的，越偏远的地方越运输不方便的地方消费会越高一点啊。带瓶矿泉水给我是不是啊，谢谢。水果贵死人是吧，你要喝什么水是吗？看到了吗？看我们是周围大山，是大山周围环绕的一座小城哈。如果遇到的话你就给我一瓶矿泉水也可以啊，等会我弟他也会过来。我是我最高青海的哦，感觉有一点能适应是吧。还有很多人说去过玉龙雪山啊之类的，其实很多的地方它是没有可比性的，为什么？因为像拉萨的话，像西藏它整个大环境，它大的环境它是没有绿植的，它海拔越高跟绿植是成反比的啊，所以说空气或包括氧含量之所以稀少，不仅因为它海拔高，还是因为它大环境没有绿植。那很多比如说玉龙雪山，比如说云南那一块的话，它整个大的环境它是山水清秀的，所以氧气的话虽然海拔是有一些，但它含氧量要高一点的哈，是这样子的。只有自己来才能体会到是不是真的有高反啊。晕车的可以来吗？蓉儿，不一定晕车的人就会有高反啊，所以不一定，可以来挑战一下的。欢迎我们直播间新进来的朋友，欢迎你们。来过西藏两次了，有机会还要来，太喜欢这个地方了。所以真的是啊，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高原啊，每个人看到的跟感受到的是不一样的。我给大家分享的是我眼中的高原，我眼中的拉萨，你们来也许看到的是另外一番景象，或者说另外一番体验啊。很多人比如说第一次进藏觉得不舒服，比如说很严重的高反，他可能就不会再来了，以后提到这个地方他就觉得头疼头晕啊，难受得很。那有些人来了以后克服高反之后，觉得这个地方真的越了解越觉得这个地方美不胜收，可能心心念念着还要二次进藏三次进藏啊，把心都给落下来了。所以1000个人眼中不有不同的西藏啊，你们自己来了之后才有发言权啊。
用的是苹果手机啊，心脏不好可以去吗？要问一下医宗啊，对心肺要求很高的。我零几年去过是吧？一下火车就高反了，正常哦。走动一下，看看假藏哦。平时我们是很难看到有藏獒的，拉萨不会有高反的，我觉得也还好吧。我来的时候拉萨是有高反的，我自己刚到拉萨的时候就有高反，因人而异的，根据个人的情况。林芝到这个地方有300公里啊，300公里，我们林芝的话，桃花节已经开始了哈，3月底，4月初这个样子，3月中下旬就开始了，所以我们月底会带大家去林芝，体会我们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现场版啊，漫山遍野的桃花，到我直播间来啊。如果说大家3月份来不了西藏，或者4月份来不了的，先到我直播间来，来看看漫山遍野的桃花，很壮观的。2018年马爸爸都到过，都来过林芝参观桃花节的。去年去过是吧？没有高反，海拔5000多的景点也没有高反，那可以的。谢谢大家送的礼物，谢谢你们的点赞。已经开花了吗？花骨朵已经开始了啊，但是现在天慢慢暖和起来了，一般3月20号左右啊开始这个样子啊。林芝美的不要不要，对，林芝被称为我们的小江南，所以整个藏区你越了解它越觉得很神奇啊。你看林芝跟我们西藏拉萨的话，它就隔了3000公里啊，300公里，然后隔了一座很大的山，山这面跟山另外一面完全是不同的气候啊。山这一块的话，就像我们远处看到的一样，光秃秃的，几乎很少长一些动植物的，那么山另外一面它就是山水清秀的小江南，所以很神奇很神奇。我们西藏虽然藏区更多的是高海拔的一些冰川啊雪山，但我们也有大草原，等着大家过来自己来参观的。这回在布达拉宫，在大昭寺的侧面啊，你们看一下大昭寺的侧面。之所以我们看到的房子，现在看到很多都是3层啊，对不对？大昭寺周围的房子，大昭寺里面主建筑最高的一层呢，它是4层，所以说我们周围的房子啊，大昭寺周围的房子它只有3层的高度啊，看得到吗？它只有3层啊，海拔高，拉萨在山上吗？它是，相当于一个在大山上之上的一个盆地啊，周围环山的。明天我们去布达拉宫就能看得出来，它就是四面环山的一座盆地啊，所以这边的气候，拉萨市里的气候要好一些哈。谢谢阿元，谢谢新格新民，谢谢你们的礼物啊。大家方便的话也可以给我们飘礼物的朋友点一波关注啊，谢谢大家的支持了哈。然后我们老城区啊，老城区的话像布达拉宫，它的高度啊，它是咱们政府规定，布达拉宫周围3公里的距离啊，它的高度都不允许高过布达拉的高度，所以建筑很多都是最高4层。在老城区拉萨大昭寺这里的话都是3层，那么离开大昭寺很多都是4层啊，最高是4层啊。我们政府规划的还是特别好的，老城区的风貌保护的保留的特别的古老还有传统。有机会你们来到我的脚下，我在的这个位置啊，它是免门票，刷脸刷身份证进来就可以了，很方便进来的，然后不限人流的啊，或者不限次数的，大家可以到这面。人家说你们有听过那么一首诗是不是啊，住进布达拉宫我是雪域最大的王，流浪在拉萨街头我是世间最美的情郎，是不是？你们也可以过来流浪一下，感受一下这座城市他的节奏和他信仰的力量啊，很强大的。在西藏多少年了？我待了4年了哈。西藏现在多少度啊？西藏现在白天能达到15度左右哈，好浪漫的地方，对不对？是真的很浪漫的地方，而且幸福指数很高。老百姓，你看他们在转经道上顺时针的在转经，有时候看得到他们手上会拿着一些转经筒。就是我们西藏的话，经常是冬天晒着太阳，喝着甜茶，转着转经筒，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幸福指数很高，精神上的富足特别特别的高哈，不像我们可能会更多追求一些平原上的人更多追求个人的一些发财致富啊，而他们更多的追求更多祈祷是精神上的，追求来生来世，然后追求本地的一些，比如说祈祷本地的一些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这样子。文成公主聚景是吧，太壮观了。文成公主她是实景演绎的，上千名演员同时参演的，在半山腰上进行的，所以说很值得大家看啊。演绎的主要是演绎我们文成一路从大唐来到我们西藏拉萨它的一个全过程，还有就是文成带过来先进的生产技术、纺织技术、种植养殖这些技术，所以文成在藏区人的心中的话是女神级的存在啊，特别了不起的一位女性啊，所以来的朋友都可以去看看哦。好像4月10号左右就开始了啊，正常开始参演了啊，4月10号。
在哪里啊？嗯，是在我们拉萨河的另外一面啊。我们现在是在拉萨河的这一面，石家庄去现在能吗？可以啊，可以来的。布达拉宫是不是不收门票？对，布达拉宫现在不收门票，它到十五号之后就要收门票了。嗯，去西藏有高原反应吗？高原反应的话是因人而异的，不一定每个人都有很严重的高反啊。我是干嘛的？我是在西藏做餐饮的，在这边创业，跟我弟在这边做餐饮，做一些西藏特产啊之类的哈。所以大家需要西藏的特产也可以给我点个关注，然后也可以给我们榜上的朋友点波关注，因为我们榜上的朋友很多也是在西藏搞一些特色的，比如说摄影啊或者特产啊之类的哈。谢谢美丽如画，门票200块钱。文成公主的门票是分档次的，分那个，根据那个，那个位置啊，根据位置，然后有些是600，有些500，有些300啊，这样子的哈。果断关注，谢谢阿吉。你看老百姓转经转累了，他们会坐在这里休息一下，对不对？看一下，因为转经的更多的是我们上了年纪的老百姓比较多，年轻人他们也要工作，也要挣钱养家，所以上了年纪的人会更多一点。而且现在看的不仅仅都是拉萨的藏族的朋友，还有更多的行政管辖在四川、理塘、康定、阿坝这些藏区，还有云南，还有安多、青海啊、甘肃这些藏区，他们来西藏、来拉萨、来布达拉宫。来到大昭寺，来这边过藏历新年，新年过完了就可以回去了。然后他们也是以来西藏过年为荣哈，所以不仅仅我们汉族人，不仅仅我们平原上的人，想来西藏来看看这边，想到布达拉宫脚下来朝拜来拜佛。我们有信仰的藏区，然后老百姓他们也会来这边。哎呀，太阳底下晒着我有点缺氧。我们往前面走哈。我要到阴凉底下，太阳底下晒着我，有点感觉，有点干，有点缺氧哈，一口气说不了那么多的话。穿什么衣服？你看大家穿的衣服都很少啊，但是白天现在有大太阳，所以可以穿少一点的衣服。一旦到了晚上，温度就开始降下来了，它早晚的温差非常大啊。人家说早穿棉袄，午穿纱，晚上抱着火炉吃西瓜，说的就是新疆跟西藏这两个地方哦，温差非常大的，一年四季。可以在一天过完了，很有意思的哦，所以多带一些厚衣服进藏哦，哪怕你是三伏天，夏天的三伏天进藏也要带秋天的衣服，不然你可能容易感冒哦，在高原。还有就是前两三天尽量不要洗头洗澡哦，来高原的时候。阿佳怎么解释？阿佳是姐姐，称呼比自己大的女性啊。在西藏拍照的是哪一位？是不是啊？拍下藏女，西藏的女孩子你们都很好奇是不是？我们往前面走哈，等一下遇到的时候吃红景天吧。宁静，我待了4年这个地方，我一般正常我不会有很喘的，我除非说话说得很快，或者说是走路走得很快才会喘。所以你们来到高原，把自己当成老人一样，做任何事情都是慢半拍的，更好的适应高原哦。把自己当成老人一样，不要蹦蹦跳跳的，不要来到高原，特别很多人下飞机觉得没有问题啊，又兴奋又紧张，觉得脚踏上这座高原，自己身体是可以适应的，又看到那么多的美景啊。其实不要这样子，下飞机前两三个小时它是没有反应的，反应会在后面3个小时左右之后才会出现的啊，一定要忍一忍啊。卓玛漂亮，卓玛是翻译成我们的汉语就是女神的意思哈，听主播就对了。谢谢刘老爸，洗头洗澡，对对，会加速血液循环，会容易感冒，容易高反，所以前两三天很多人能坚持下来的话，他可能坚持一个星期不洗澡这样子啊。来到藏区为了后面的行程啊一帆风顺，所以前面的话还是要做一些准备，或者说是先忍耐一下。有些人像我们可能习惯性每天去冲凉啊之类，来到高原尽量忍一忍哈。包括我们藏区很多人都说，我们藏区的朋友为什么一年洗澡洗的那么少，也是因为一方面因为条件影响哈，条件的限制，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这边的气候影响啊，早晚温差大，然后在高原我感觉一年都不会流一滴汗的感觉啊，就是那种身体很干干的那种。主播，我们过去穿棉袄吗？最近要穿的，要带厚棉袄进藏的哈。这几天温度升得很好，但是有可能过两天又要开始降温了，所以多带一些厚衣服进藏是没毛病的。
上次下飞机没反应是吧，就是自己去大昭寺逛了几个小时就有了。对呀，所以很多人刚进藏的时候就会觉得没有反应，然后就开始放心了，就开始放肆了哦，还是要注意的。我们远距离跟大家看一下大昭寺哈，我们现在走到大昭寺的正面，你们想录屏的就可以在这边录个屏哈。啊，谢谢大家的关注，还有谢谢大家送的礼物和点赞啊，辛苦你们了，牛肉干好吃是吧。来，我们走到大昭寺的正面啊，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想录屏可以在那里录屏啊。核酸检测不需要了哈，绿码要带过来的哈，伤眼睛嘛，所以戴墨镜啊，来高原的朋友尽量都是戴墨镜啊。有雪嘛，雪的话也很亮，会伤眼睛的。夏天的话，像我们现在这些季节紫外线特别强，也要戴上眼镜啊，保护好一下眼睛哈。来，我远一点啊，远一点。点赞啊，辛苦你们啦。我充一下电啊。现在吃牛肉干，哈哈，六六妈妈，你们之前买的牛肉干都收到货了是吗？如果大家还想买西藏特产的，然后星期五到我直播间也可以，我到时候会给大家来个专场直播的，分享西藏这边保真的特产，是给大家保真的，然后价格都是批发的价格，比来本地买还要便宜哈。对，我们在大昭寺门口哦，我来给你们录一波屏好不好？我来给你们录一波屏哈，收到了，非常好是吗？好的。谢谢太阳雨，谢谢大家送的礼物啊，也谢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啊。你刷到了是吗？哇，那么巧。没有啊，我说我让你往热萨那边走，刚好可以上热萨去喝茶的。哦，我一般的话给大家做直播就没法到那边去喝茶。你是在这边旅游的还是怎么样的？我来了一个多月吧。哦，来了一个多月。在家苦边玩转嘛。哦，是吗？不是布达拉宫，我们明天去布达拉宫，今天在大昭寺这面。大昭寺，它是供奉的，现在供奖的是我们的。哦，对，我要转一下。大昭寺供奉的是我们的释迦摩尼，我们的佛祖十二岁的等身像，所以这边的香火特别特别的旺盛。对于西藏的寺庙来说，它等级是最高的一个寺庙，所以这边你看前面的像前面的这个矮房子，你们看得到吗？常年供奉着上千盏的酥油灯，你们来了以后也可以供奉一盏酥油灯。来到大昭寺里面见到我们释迦摩尼的等身像，就等于见到了他的真身啊！所以很多老百姓，特别是地区上的藏区老百姓，他们就是一辈子一定要来一次大昭寺，来磕长头，来到这边来朝拜、来拜佛的。往年没有受疫情影响的情况下，很多国外的人都进藏的，都是满大街可以看到我们国外的人过来，哎，旅游过来拜佛的啊。您说有没有藏文化？嗯，有的。你这样子吧，我加你微信，到时候我在主页加你微信。好的好的，行。好的好的，行，那到时候那上面聊哈，那上面聊哈。我好的。扎西德勒，对，扎西德勒翻译成我们的汉语就是吉祥如意的意思啊，一句扎西德勒可以走遍我们整个藏区啊，所以你们会了吗？扎西德勒公屏上给我们扣出来好不好？我是刚进来的主播，几点开播啊？妍妍，我一般是下午的四点左右啊。怎么加你买特产是吗？彩彩不用加我，你星期五就是后天到我直播间来，下午的四点左右我会跟大家分享，我会挂小黄车，到时候跟大家分享西藏的特产，来个专场直播，然后保真的，你们需要的藏红花还有西藏的牦牛肉干啊都有，是给大家保真的，然后价格都是批发的价格，比你们来本地买还便宜啊。所以就是想要这边特产的，或者是一些老年人需要补品的，西藏藏香啊、藏香、藏药这些的，可以给我点个关注，或者给我一个粉丝灯牌都可以的哈。想录屏的朋友，我们来录一波好不好？有很多人打出来扎西德勒了，是不是啊？一句扎西德勒，吉祥如意，可以走遍我们整个藏区啊。它是互相打招呼、互相问候的语言，就是扎西德勒啊。你们应该都经常听说，对不对？然后我们给大家录一波屏，录屏的时候我就不说话了，我给大家摆动一下镜头啊。手机右下角有三个点按钮，点进去有录屏的功能，从那里可以录屏的哈。好的，总教头。几点播啊？一般下午的四点左右，三点多四点钟这个样子给大家开播哈。
来，我数三二一，咱们一起开始好不好？录一波屏啊，手机右下角有三个点按钮，点进去有录屏啊。录完屏，我再跟大家接着来介绍咱们大昭寺哈。藏红花多少钱一克啊？藏红花星期五会跟你说的，星期五啊，到时候你们不懂藏红花的一些功效，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到时候星期五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因为功效的话，有一些敏感字眼是没法说的哈。我大仙，我不是导游，我是在这边做特产、做餐饮啊这些的哈。谢谢刘琴，谢谢大家送的礼物和点赞啊。来，我们三二一一起开始喽，录屏开始。有录屏成功吗？有没有录屏成功？录屏成功给我扣个一好不好？他们在干嘛？他们是在赚金啊。刚才有朋友说，听说西藏是一个很善良的民族，对，相当善良啊，很朴实，因为全民信教。我们来西藏旅游经常可以看到什么，看到一些寺庙都可以进去参观的。但是大家来西藏参观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了，就是女孩子不要穿裙子，寺庙里是不允许穿裙子的，长裙短裙都不可以，不可以露腿。男孩子不能穿短裤，然后进到寺庙帽子眼镜要给他摘掉的啊。还有就是入乡随俗，就是进去之后不要大声喧哗，不要说一些污秽的言语，不要挑战别人信仰的一个底线。虽然说可能你不信，对不对？但是呢，你不要去挑战，你自己心里懂就可以了。见到一些佛像啊，不要去指指点点的啊，不要跟人家去合照，还有僧人就不要随意去跟大家合照。已经录了是吗？录屏保存在那个退出直播间，有一个我可以在那里看得到，这里还有一个小姐姐在拍写真啊。谢谢大家送的粉丝灯牌，也谢谢大家的关注啊。两年前去过藏民是一个很和善虔诚的，对，是，我也觉得，我当初也是来西藏旅游的，我没想到自己会待四年啊，我没想到自己留下来，而且时间在高原流逝的会那么快，哎，就感觉一眨眼的功夫四年就这样过来了啊。录屏成功是吧？白色的塔是干嘛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白色的塔这个的话被称为我们的卫桑炉啊，以前在这里面烧香的。卫桑炉啊，现在为了环境影响，所以没有了。我们这边有两个，一边一个，还有这个马尼柱，这个长长的柱子，这个长长的柱子被称为马尼柱，也被称为金幡柱啊。柱子上面它是有经文的，就是每个寺庙门口都有，它有辟邪、辟污秽的。我们大昭寺的正面它是有两个。我不是西藏的，对，秋思，我是安徽人，在西藏待四年了，我在这边创业，然后在这边做餐饮，做西藏的特产啊之类的哈。你是哪里的美女？我是安徽人啊，我是安徽人。来，我给大家转转镜头啊。然后这边的这个矮的房子，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这个那个燃灯房，每天供奉着上千盏的酥油灯啊，在这里哈。没人回答我的问题，百度去了。甜甜圈，你是什么问题啊？录成功了，不知道怎么找，要退出直播间之后，要到重新再到你自己的那个抖音上面有个我，点进去就可以了哈。你也是安徽人是吗？长裙子不露腿不行吗？里面要穿裤子才行啊，不穿裤子还是不行的啊。长裙子也要里面穿裤子的哈。这里是哪里啊？我们欢迎新进来的朋友啊，我们现在是在西藏的首府拉萨，在海拔3650米的雪域高原，在这里给大家做直播的啊。视频中看到的是我们的大昭寺，大昭寺呢是从始建于公元7世纪的时候，松赞干布，我们的赞普，我们藏王松赞干布他所建造的这座宫殿啊，距今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坐东朝西的，所以现在是夕阳西下的时候，大昭寺上面洒满了阳光，对不对？你们看得到哈。连阳说，姐姐前两天弟弟替你做直播，对呀，是的，有时候是我弟跟大家聊天，有时候是我哈，所以你们如果听到男孩子的声音，不要紧张，不要激动，那是我弟弟。非常帅气的一个我弟弟，然后被晒得很黑，人家他每次跟大家做直播，大家都说他是藏族人。确实本地人都说他是本地人，因为他晒得比较黑啊。
大昭寺是坐东朝西的。嗯，当初我们松赞干部为了缓解尼泊尔的赤尊公主她的思乡之情，所以呢，建筑的方位它是面向西面，跟尼泊尔是隔山相望的。像小昭寺在我们旁边，它离大昭寺大概1公里的样子，它是坐东坐西朝东的，它是面向大唐的方向啊，是这样子的。谢谢为老乡点赞是吧？紫外线特别强，现在是我们北京时间的5:28哦。太阳还是非常大的，我们要到晚上的7:30太阳才会落山啊，应该是红，高原红。那小姐姐是在拍写真呢，你看一下，小姐姐是在这边拍写真的，你们来了以后也可以拍一套写真啊，很有纪念价值的。像我妹妹跟我妹夫他们的婚纱照就是在高原拍的，很棒的，有机会来的时候不要错过啊。文化素养高是吧？平原去西藏有多少不适应？一般的话，我们平原上的人在身体在接近海拔3000，他会做出来一系列的高原反应啊，这都是正常的。只要身体健康的人都可以来西藏，来我们高原来转转啊，来我们祖国边境看看。身体有特殊情况的要问医生啊，不要去挑战。但身体健康的人一辈子一定要来体会一下什么是高原反应，我强烈推荐的。整个藏区特别神奇，包含了你所需要的风景。都可以看得到，大草原、冰川、湖泊啊，这些都有的。旁边那个租衣服的拍写真很好是吧？我也想来拍套写真，可以啊。我觉得很多小姐姐喜欢拍写真的人真的可不要错过，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感觉啊。人家说仓央嘉措说过那么一首诗嘛，他说这佛光闪闪的高原3-2步便是天堂，真的是这样子，3-2步你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感觉，你根本不需要修图，不需要美图啊之类的。你家买的牛肉干甜茶喝都特别好吃，咋没有购物车呢？咦鱼，我记得你特别深刻呢。鱼，你星期五到我直播间啊，星期五我到时候跟大家搞一个专场直播哈，星期五，星期五下午4点哈，就是后天啊，后天很多老朋友买了之后都想再回购啊，星期五到我直播间来看哈。美女，如果我们去自己乘车去哪玩7-8天能玩得到吗？景点能玩得到吗？自己乘车来是自己自驾来还是坐车来的啊？如果不是自驾来的话，你来到这边7-8天最好要报团哦，报团的话拉萨的话，拉萨景点很集中，你不用抱团，随便你去转转玩玩就可以了。那么其他景点都是在海拔4500到5000以上的高海拔地方，路况不是很好，都是在半山腰上的啊，所以一定要抱团啊！抱团是最划算、最实惠、最经济，也是最安全的一种措施啊。它跟新疆一样，它是地广人稀的城市啊。我�儿子也是在西藏待过2年，是吧？我觉得在西藏长期待着的话啊，像特别是第一批过来援建的那一批就是我们平原上的人真的很了不起。我们现在来还好了，条件各方面都很成熟了，不会像以前条件那么艰苦了。西藏去得多少钱啊？有的人根据大家旅行情况啊，你就是每个人经济不一样，然后有些人是穷游进藏来看西藏的风景，有些人是来享受的，来享受我们日光城的，夏天来避暑，冬天来晒太阳的，所以大家标准不一样啊，旅行的时间也不一样，说白了就是一张火车票的问题啊，不用太担心啊。虽然这座城市消费比较高，但是你也可以穷游啊，也可以选择几十块钱的床铺啊，都没有问题的。羊卓雍措很美，对吧？至尊宝那是我们三大圣湖之一哦。气温怎么样？现在非常暖和的，现在的话啊，能达到-15度左右，15-18这个样子。主播适合做导游是不是？主播声音亲切温馨，谢谢你们支持，谢谢大家的支持和点赞。大家喜欢这边的风景也可以给我点个关注啊。我在西藏是常住的，每天会跟大家分享高海拔的好玩好吃好看的风景，分享给你们。几十块钱的床铺去哪租啊？是有的啊，是有床铺的啊。因为像一些青旅啊，像一些客栈啊，他会给提供给那些徒步过来西藏旅游的朋友，或者一待一个月啊，这些朋友的这些房子啊都会有的哈。现在适合做导游是吧？说话很流畅，谢谢。第一眼还以为是布达拉宫，是不是啊？像往年没有受疫情影响的时候，这边啊到处都是啊，包括里面栏杆里面啊，到处都是大家磕长头的人在这边磕长头朝拜，他们会带上青稞，像那些都没有栏杆，往年都没有栏杆啊，他们会带上青稞，带上藏巴，然后一磕磕一整天，渴了累了就喝一点，然后就地吃点东西，再接着磕长头，一磕磕一天。所以信仰的力量的话很强大，只有我们来到本地才能感受到。
今年是因为受疫情影响啊，所以我们看到的人都是匆匆的来回走过去，对吧？不允许大家在公共场所长时间的逗留，所以看到磕长头的人非常的少，往年会很多的啊。现在就是镜头的话有点阳光洒上去，我看得不清楚你们的问题哈，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重复多问几次哈。我想去西藏，重庆有的吗？重庆当然了，重庆这边很多都是的。主播可以上一些西藏特产是吧，景轩，大家想要西藏特产的朋友啊，可以给我直播间点个关注，我后天啊下午的4点钟，后天星期五啊，我会给大家分享的，我给大家来一场西藏特产的专场直播，到时候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给大家批发的价格，你们要的藏香藏药藏红花都有，然后需要的补品啊，这些老年人也可以到直播间来看看。西藏这边虽然物产不丰富，但是他们生长出来的这些藏药藏香都是做出来的，都是很好，因为它没有污染嘛，所以做出来很棒的。很多人都是冲着这些藏药啊、藏红花啊、藏香啊这些也特产，然后来到本地买东西会带回去一些的哈。我往前面走，因为这边阳光太照了，我看不到你们的问题哈。我往旁边往侧面去看一下，现在紫外线太强了。我虽然戴着眼镜，但是公屏上的问题我看不清哈。我往这个位置来一下哈。保真的，对对对，是给大家保真的啊，而且是像藏红花这些都给大家分享的时候都是等级特别高的哈。要穿羽绒服吗？3、4月份还要飘雪，所以可以带一些羽绒服进来啊。3、4月份，而且温差很大，白天你看这么大的太阳很舒服，但是晚上的话温差就开始下来了，温度开始降温了。现在要穿冬天的衣服进藏哦，每个季节都很美。对啊，不同的牡丹花想买藏红花是不是？可以的，给我点个关注，星期五到我直播间来看一下，露个脸，等一下给大家露个脸哈。如果去西藏美女能不能帮我安排啊？如果你觉得人生地不熟啊，你可以找我啊，到时候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些靠谱的旅行社啊，或者是客栈，因为毕竟待的时间比较久，所以认识的人比较多哈。而且拉萨它又是一座小城，你看一下大山围绕的小城，所以大家就互相做生意的人都互相认识啊。西藏现在是几点啊？现在是我们北京时间的5:35了，我们要到7:30左右太阳才会落山，然后8:30的样子天才会黑啊。高血压是吧？高血压的朋友要问一下医生哦，三高人群一定要小心一点哈。上次买的牦牛肉干蒸的膏药单独卖不？后天会给大家单独卖的，后天会给你们单独卖的哈。然后今天这两天我就没给大家上小黄车，会我更多的时间会跟大家分享风景，然后呢会给大家找一天时间会来跟大家分享西藏特产的哈。我要去联系你是吧？飞机票，我想去买产品，去一趟飞机票多少钱？不需要分机票，不需要飞来，直接在我直播间就可以了。一点雪莲花是不是啊？有点时差，对，我们跟平原上是有2个小时的时差啊。我们早上太阳出来也很晚，要到9点左右，然后早上天亮也要在8:30左右天亮，所以整个时差是往后推了2个小时啊，往后推了2个小时。星期五几点播？下午的4点左右跟大家开播，下午的4点左右哈。坐火车路上风景很美，对呀、啊，首先坐火车它沿途的风景很棒，它可以看到雪山，可以看到如果说赶上夏天，可以看到一些草原，看到一些也藏羚羊，看到一些牦牛啊这些啊。而且火车它沿途是供氧的，坐火车最好坐硬卧，坐卧铺卧上来哈，身体不要太疲劳，因为一般坐火车都至少要24个小时才能到高原的，所以不要太疲劳，疲劳状态下来到高原，身体抵抗力下降的话就很容易引发高反啊。大家来的时候不管任何途径进藏的话，就不要让身体太疲劳，不要让身体太疲惫，抵抗力不能下降，一下降的话就容易引发高反啊。美女推荐几款又便宜又好的导游带我是吧？好的好的，玉藻我知道了啊。西藏特产有什么是吧？西藏的有虫草，有雪莲，有藏香藏药，还有藏红花这些，还有牦牛肉啊，这些都属于西藏特色的哈。对，是正宗的彼岸，是的。欢迎我们直播间新进来的朋友，欢迎大家。然后我们现在是在西藏的首府拉萨，然后在海拔3650米的雪域高原给大家做的直播。今天是在老城区的中心位置大昭寺这边给大家做的现场直播哈。然后你看大昭寺这边好多转经道上面那么多人，大家都是顺时针的往一个方向来转经来朝圣啊。这是因为大昭寺它供奉的是我们的佛祖释迦摩尼12岁的等身像，所以这边的香火特别旺盛。像这个房子啊，这是这个
矮前面矮的房子，它都是我们每天供奉着上千盏的酥油灯啊，在这里面你们来了也可以供奉一盏。然后我们大昭寺在这个位置，然后它是坐东朝西的，它是面向尼泊尔隔山相望的，所以大昭寺它是朝西的。现在整个大昭寺上面是洒满了阳光，它是夕阳西下的哈，是洒满了阳光哈，顶礼是吧？想买藏香有吗？有的爱人，有的啊，你在哪里啊？我们在西藏的拉萨啊，在西藏的拉萨。啊，不能进去看看吗？可以进去看看的，但是进去看的话就是不能直播，不能拍照。我们进去游人进去是从这个位置啊，从这个位置买门票，85块钱的门票就可以直接进去了。门口有导游，你也可以带个导游进去。然后呢，一般像我们西藏是全民信教，佛教圣地，人文的文化它要靠人来讲解。你要是带个导游，你可能看到的层次站的高度会更高一点哈。所以像布达拉宫啊，像大昭寺，你们进去都可以请个导游的哈。核酸检测不需要了哈，绿码要的啊，刚刚路过这里是不是啊？谢谢大家送的礼物和点赞啊，谢谢你们的关注，有机会一定要来一次高原哦。然后有缘分遇到的话，到时候请你们喝西藏的酥油茶好不好？我这里天都黑了啊，你那是哪里啊？还没到6点呢，好多游客是吧？现在看到的不是游客多，而是咱们藏区的朋友比较多。现在看到80%都是我们藏区的朋友，游客会等到5月份才会进藏更多一点。旅游淡季现在还属于我们旅游淡季期间，所以我们不仅仅是我们平原上的游客想来高原，想到我们目睹我们高原的布达拉宫啊，来看看这边的风景，还有我们藏区的很多行政管辖在四川理塘、康定、阿坝的这些藏区，还有云南藏区、青海安多这些藏区、甘肃的藏区，他们都会来高原、来拉萨、来布达拉宫脚下，来到大昭寺来朝拜，来这边过藏历新年。所以冬天的拉萨更神圣一点，更多是我们转经者的神圣，会也更神秘一点啊。夏天来会看到更多是游客，会更喧嚣一点哈、啊。天珠在哪里买？是不是藏红花多少钱一颗？我想买点送我妈。可以的，陆鱼，那你星期五到我直播间啊，到时候给大家批发的价格，来本地买的话都是零售，我们给大家批发一般相当于5折的优惠哈。公主说我刚刚看到你了是吗？10号跟团来可以的，10号跟团来啊，要门票的，这里是要门票。布达拉宫现在还不需要门票，布达拉宫是那个3月15号，所以还有10来天的时间啊，如果想来的朋友可以看一下，10来天的时间就开始后面就开始收门票200块钱了。中旬桃花节人还多，对，是的，桃花节是这样子的，我们月底会带大家去看我们林芝的桃花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现场版，漫山遍也都是桃花哦，到时候给大家做个现场直播。如果你们有机会来的话，可以去林芝看一下。如果说暂时没有条件过来的朋友，在我直播间多看一下，多看一下直播也可以的。我们到时候会给大家做现场直播的啊，嗯。虫草多少一克？虫草的话，根据季节不一样，价格也是不一样的。它是按一根来卖，或者按一条来卖，一克来卖的。而且它根据它的那个，比如说虫草的长度，根据它的那个，有的很粗的，有的很瘦的虫草，它价位也是不等的哈。所以大家想要虫草的话，可以自己过来看一下，要讲价，记得去讲价。我们星期五跟大家分享的话，没有虫草哈，因为虫草的价格现在还是相当来贵的啊，相当来说非常贵的。我跟大家分享，像藏红花这些，我都可以给大家亲民的价格，大家都能吃得起，但虫草暂时还没有达到这个条件，我就没跟大家去上哈。看看主播云云是吧？好，晚一点给大家看啊，要带防晒，必须的，帽子、口罩、眼镜啊，这是硬件设备，一定要带够了。防晒、补水、隔离的，一定要也给他带足了，软件设备也要给他带足了，不然一天会让你黑好几步。不知道的朋友还真以为你是从那些什么从那些那个印度啊这些地方回来的呢。直播也不是导游吗？对，我在这边是做餐饮，做一些西藏特产的哈。灵芝的像蘑菇那样好好吃。贵姓啊？我姓梁，梁山伯的梁，不要染色的那种。对，是的，牡丹花，我在西藏喝了待了4年，我自己喝藏红花喝了2年，所以说呢，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喝的那一款是保真的价格哈，不是有那么多染色的啊之类，是用胶给它做起来的，不是那样子的哈。10号，林芝桃花开了吗？要15号左右啊。现在天暖了，可能会开得更早一点了哈。本地人汉装也多啊。对，是的，秋思，因为特别拉萨市里的人，他们也汉化的比较多，穿我们的这些服装可能会更方便一点哈。
啊，高反厉害吗？高反是因人而异的，不一定每个人都很严重的高反啊。是什么功效啊？功效的话，你要问，你去问一下百度好不好？因为有些特殊敏感的字啊，抖爸爸不允许说的，所以你去问一下，嗯，问一下百度，然后你们了解它的功效，还有它的价格之后，在星期五再到我的直播间来买的时候呢，你就能放心大胆的去下单了，保真，你们就放心，就是给大家保真的，每天给大家播。如果东西差的话，直播间都炸了，所以是给大家保真，价格绝对是最优惠的。先去了解，先去百度上面搜一下哈。安徽什么地方呢？安徽宿州人哈，安徽宿州人。主播，你不拉萨做些什么？我到青海就高反是吧？这地方有什么好看的？哪里买？嗯，藏红花是星期五啊，星期五我会跟大家挂小黄车啊。这两天我没跟大家挂，因为我更多的会跟大家分享风景啊。偶尔会选择一天给大家带一些西藏特产的哈，是这样子。嗯，这里是大昭寺吗？对呀，是的，你的眼神很犀利，男人可以喝的红花，男人可以喝的，啊、中国还有这么棒的主播，哈哈，老马你太可爱了。海拔多少？我们脚下的海拔是3650米啊，西藏平均的海拔都在4000以上哦。想看看我是不是？那给我点个关注好不好？我给你们看一下，在西藏待了4年，在强烈的日照下待了4年的一个安徽人，他是现在是不是有高原红？给你们瞅瞅，给我点个关注，我看有多少人好奇的。我把镜头给大家转过来。10年来过安徽宿州的，对呀、啊，西藏有什么特产？虫草啊，雪莲都属于西藏特色的哈。嗯嗯嗯，那么多人是不是啊？80岁的老人是吧？我见过最多一次最高的一个老奶奶，年纪最大的是75岁来哈。好，我把镜头给大家转一下啊，满足你们的好奇心。我看那么多人点赞。点关注，在这里，在这里啊，在这里呢，戴着眼镜跟大家聊呢。我现在虽然现在都快到6点了，但我眼镜还不敢拿掉，因为还是紫外线太强了，眼镜拿掉的话都不好跟大家聊天，所以我还是再接着给大家戴眼镜啊。嗯，口罩要给你们安排上了。口罩的话它是这样子的，我跟大家聊天，因为语速比较快，有点缺氧，所以不能戴口罩。你们来了要戴口罩，一方面是防晒比较重要，口罩防晒也比较好的啊，没有高原红。是不是啊？没晒黑，也晒黑了，皮肤已经晒得比较粗糙，容易长细纹了。你看，像这边，每天强烈的紫外线，它是有，强烈的紫外线，它有8个小时，它是四川的2倍多。所以在西藏待一年，我感觉相当于在四川待2年的感觉，人特别容易苍老，皮肤容易粗糙。小姐姐们进藏的话，来旅游的朋友一定要防晒做到位了，一天会让你黑好几度的。嗯，是吧？再看看大昭寺。好的，再会跟大家再看一下的啊。嗯，我在这边我经常会注重食补，然后喝一些藏红花这些，然后呢护肤也会做的相当相对来说要到位一点啊，不会太马虎的。因为毕竟首先在高原，那个硬件条件已经达不到了，所以软件我自己做的时候会要做的更好一点。谢谢水坚持，谢谢你们送的礼物啊。大家方便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支持的榜上点一波关注啊，谢谢你们。没有风湿对吧？高原你们都懂的。3月底去要穿厚衣服，冬天的衣服，然后羽绒服要给他带着哈，可能薄一点的羽绒服要带着。厚的话，我估计感觉这回刚入春，然后感觉天气升温升的比较快啊，也不知道后面几天会怎么样。但是羽绒服一定要带一件啊，一定要带一件啊，因为3、4月份偶尔我们西藏还会飘雪啊。红花多少钱一克是吗？你们看到的是给大家5折的优惠啊。哦，谢谢。我们这边有一个帅哥给大家看一下，帮我送了一杯水啊，帮我送了一包水。转了一圈，那个热萨没有座位，没有人。哦，没有座位是吧？人太多了啊。让我等啊，懒得等，我就从那边转了一圈，看你还在直播，完我就那边呢。是的，我把镜头转一下哈，镜头转一下。经常在这边很有缘分，很巧的，有时候能遇到一些老朋友，刷到我直播间的人，他们会给我送杯水啊，或者给我送杯奶茶之类的，特别有意思，也特别可爱。平时我会带一杯水出来的，我会背个包带杯水出来的。你一会儿还要往马加米那边转吗？嗯，对。藏红花多少钱一克？我们在本地买的话都是80块钱一克，买到好的，你不要买那么多次的，那么短的，买好的都是80块钱一克。我们直播间到时候给大家做秒杀之类的，会给大家做一个相对于来说5折的这个优惠啊，有的甚至都不到5折哈。
越看越想去，是吧？西藏这边是经常我们平时在直播的时候，偶尔就遇到一些西藏的帅哥美女啊，就是大家互相不认识，但他会给你打招呼或者给你送一杯水啊之类的。整体来说，也许就是压力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下，大家都可能会更容易相处，而且呢会更放下一些防备的心理啊之类的。主播店在哪里？在布达拉宫后面1公里的样子哈。谢谢大家送的礼物和点赞。你对面是瑞吉酒店吗？瑞吉酒店不在我对面哈。周五上班买不上了，大白萝卜。周五中午我星期五的话，我给大家直播会一直直播到晚上呢，会一直坚持到晚上，所以你们下班之后可以到我直播间来看看。牦牛肉干多少钱一斤？像西藏正宗的牛肉干一般都是250到300的哈，我们到时候给大家做活动的时候也是相当划算的哈。除非你买到那些鸡鸭合成的肉，它比较便宜，一般正常你买到正宗的话它都是要贵一点的哈。乐多多，我们不是在布达拉宫，我们是在大昭寺啊，我们在西藏的首府大昭寺这里给大家做的直播。我们是在西藏拉萨的老城区的中心位置啊，在大昭寺。你看大昭寺的话啊，金碧辉煌，它现在是夕阳洒在上面啊，上面洒满了阳光。它是坐东朝西的，跟尼泊尔格山相望呢。因为大昭寺供奉的是我们的佛祖释迦摩尼12岁的等身像，所以这边的香火特别旺盛啊，每天都有那么多人在这边转经啊、朝圣啊之类的哈。在那里安全吗？安全的呀，我们这边治安特别严谨哦，你们放心的来吧。因为高原虽然处在边境，但是呢我们这边驻扎的部队比较多，然后像我们这么多人进来的话都是通过安检进来的，都是刷身份证刷脸的，所以到很多的地方身份证要随身携带。在我们高原哈，因为很多地方都必须要身份证的，不然的话它是不允许进来的哈。包括身上带的一些东西都要安检了才行。我想4、5月份去能不能有高反，有可能有的哦，说不准的哦。不过更多的人选择每年的5月份到10月份进藏啊，是因为这期间的话我们春暖花开的季节，绿植相对来说是丰富的，氧含量要好一点，还有就是我们的雨季嘛，雨季的话那空气湿度要好一点的。内蒙古牛肉干那样吗？那样硬吗？西藏的牛肉干有硬的也有软一点的，到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你根据自己的口味或者根据自己的牙齿来选择哈，有几种嘛哈。小姐姐我来找你吧，叶未央来吧，来西藏吧。边境必须时刻带身份证，对，是的。有些如果到一些边境的地方去的话，再靠近边境的话就要带一些边防证啊。主播来西藏旅游消费高不高？高的哟，消费堪比北上广哦。因为这座城市它整体的物价的话它高，它是有原因的。给你们看看周围啊，看看远处的山上的话，它一年四季它都是这样光秃秃的，几乎没有什么绿植，所以这块土地的话它就是不盛产一些农作物。我们需要的一些物资都是从平原运输来的，运输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其实都是我们消费者在买单，所以你们懂的。运输越不方便的偏远地区，它的消费是越高的。不仅仅是拉萨贵哦，拉萨还可以哦，然后拉萨的运输现在已经方便很多了。也有原因的，所以大家都很理解，之所以消费高是特殊情况哈。对，运输高。三姐录一波屏是吗？可以啊，你们想录屏的朋友直接录就可以了哈，我站在旁边给大家转一下镜头哈。录屏的时候把我的声音调到最小就可以了哈。你开的是什么店？你看老百姓累了就在这边休息一下。我开的是餐饮店哈，披萨汉堡简餐哈。苹果是多少钱一斤？苹果一般平均下来可能8到10块钱一斤吧，这个样子。谢谢一往情深。好，给大家转一下镜头，想录屏就可以录啊，真的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感觉哦，不需要你美图啊，不需要你去 P 图啦、之类的。这里是哪里？这里是西藏的首府拉萨。谢谢今年的礼物，大家方便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榜上的朋友啊点一波关注啊，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大家送的礼物和支持。有机会来西藏，如果我们有缘分遇到的话，到时候请你们喝西藏的酥油茶好不好？西藏的酥油茶甜茶是最出名的啊。你的店叫什么？改天来吃啊，叫梁女神披萨汉堡。梁女神，我是不是特别会起名字？是不是啊？很好记，对吧？在这边待了4年，也做了几家分店，后来受疫情影响嘛，又关掉了2家。高原的话，哎，也都挺不容易的。大家来西藏，我请你们吃东西。
几点关门啊？我们家店是24小时营业，很多人担心这边的治安。你看我们家的店都是24小时营业，还要送外卖送出去，所以治安相当严谨哦，不用担心。三月中旬从苏州出发是吧？我们往前面走啊，因为这回晒着太阳，实在太阳太照了，我有点扛。不要哦，好的好的，行行行。哦，好的，我往前面走啊，不好意思啊，我不在太阳底下晒着了啊，太阳底下晒着我有点闷啊，有点闷，我往前面走哈、啊，我不是拉萨人，我是安徽人啊，在西藏哈、啊，你家娃娃咋上学了？星辰，不是，我是星星，来，我往前面走哈、啊，因为刚才太晒了，晒得我浑身有点闷啊，太阳底下晒着是很舒服，但长时间晒着人是受不了的，有点缺氧的感觉哈、啊。藏族小姐姐可以聊吗？子安，看你的魅力喽。好多人都有高原反应，正常的。我们平原上的人身体在接近海拔3000，他就会做出来一系列的高原反应啊，这个都是正常的哈。怎么都是老年人的？老年人因为年轻人他们要上班、要工作、要挣钱啊，所以看到的更多是老年人在赚金的比较多哈。安徽宿州人哈，谢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安徽呀，离我这城市很近呐、啊，松林。不排外的，不排外。我们这边的女孩子都会外嫁的，然后通婚也是很正常。像我们家的店长，他娶的就是我们西藏日喀则的女孩子，结婚10来年了，有两个女孩子，有两个女宝宝，特别幸福啊。然后西藏的女孩子，我个人喜欢的很，比男孩子我觉得更朴实，然后呢更能干一点，因为西藏女孩子特别持家，特别能吃苦啊，没有那么多的矫情啊。反倒男孩子可能更贪玩一点是这样子啊，所以你们来西藏来看看能不能带个女朋友回家好不好？而且这边不要彩礼哦。主播你好，善心你好，西藏消费高的堪比北上广。是不是有几个店？我都关掉2个店了，还剩一个总店，因为今年受疫情影响，实在是很难维持哈。往年来游客比较多，像这两年来的特别少，都需要多少费用啊？这个字有点多，我没有看清楚哈。我回去了，我回仙都岛那边。我住在仙都岛那边。你要回仙都岛是吧？对呀、啊。行，到时候你、加了是吧？加微信。好的好的，行，谢谢你的茶啊、哦，特别好喝。人均消费，人均消费，你要说吃饭的话，我估计你要想吃好一点的话。可能也不是能说好一点，一般般的话可能也要在50块钱左右哈。总店在哪里啊？在拉鲁桥，在拉鲁桥布达拉宫后面1公里的样子哈。我们往前面走，我们往前面走，你看前面的这个栏杆啊，这个栏杆很多，这个栏杆都是老百姓平时一大早过来朝拜的时候，他就是在这个栏杆里面排队的，他一排可能排好几公里啊，他们会在这边排队的哈。随心，如果你觉得人生地不熟的话，到时候可以找我，我可以帮你推荐一些比较靠谱的哈。我买你家的甜茶，今天收到了，奶甜茶味很浓浓的是吧？好的好的，收到就好，谢谢你们的支持。没有买到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我们星期五还会给大家来一场专场直播哈，到时候你们需要回购的啊，都可以开始了。我们往前走啊，因为这一会在阴凉底下特别舒服啊，刚才我晒着太阳，我觉得整个人很疲惫很累，然后现在在阴凉底下很舒服，来到高原就是这样子，就感觉太阳底下跟阴凉底下完全就是两个世界啊，很神奇的。转经是什么意思啊？秋思，转经的话就相当于我们宗教祈福的一种活动啊，大家手上会拿着转经筒，你们注意看一下，有些老百姓啊，我把镜头给转一下，我往前面走，镜头转一下给你们看一下，有些老百姓他们手上会拿着转经筒，转经筒的话它里面不是空的，它是有经文，那也是一种转经的方式啊。还有就是在马路上，我们现在是在转经道上面啊，这个转经道自从有了大昭寺，就有了我们转经道，也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所以在转经道上顺时针的往前面走，或者磕长头也是一种转经的方式，像老百姓手上拿的这种转经筒它也是一种转经。还有很多人有留意到啊，远处的房子啊，房子上面你看得到吗？房子上面都有那个经幡的话，它上面也是有经文的，它是借助于大自然的力量，就是随风飘动一次，然后它等于念了一次经。很多人包括特别以前大家文化层次不同，很多人不会念经，它都是借助于这些大自然的力量在转经哈。
转经筒可以买到，然后星期五给大家做直播的时候，到时候我会送大家转经筒的，我会送你们转经筒的，送一个小的精致的转经筒送给你们，你们可以到我直播间来看看，来瞅瞅哈。这边的衣服，里面的衣服贵吗？还是挺贵的。这边的街道上啊，这被称为天堂上的街市啊，很久以前包括到现在都是的，很多它都是尼泊尔商品、印度商品还有我们西藏的商品，它会汇集到一起在这个街市上来交易的，现在也会有这些。现在价格可能会普遍偏高一点，你们可以讲价的，一定要记得讲价啊！因为来西藏这些，特别买一些珠子啊、买服装首饰啊这些，水分比较大，你们可以讲价的啊。什么时候到西藏最合适啊？一年四季的风景都不同哦，你可以选择，可以选择那个害怕高反的朋友选择夏天进藏。如果说经济压力比较大，你选择冬天进藏。冬天我们政府为了号召大家来冬天来西藏旅游，带动我们地方的经济，很多三 A 级以上的景点都是给大家免门票的，所以冬天进藏会省很多的钱。如果你的预算夏天在10000，那么你冬天5000-6000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冬天会很省的，特别省的。大家来的时候不要错过了啊。如果你要习惯高原的话，或者你以前待过的话，你可以一年四季啊，不同季节都可以进藏的。到时候请给我们推荐旅行社。好的，鱼鱼，行，我知道了。那边的人，对，他们手上会拿着佛珠啊，你们看到的更多是手上拿着佛珠啊。预算1000可以吗？应该不行，因为车费都不止1000了，除非你徒步来西藏。天天刷到你，我是不是在八廓街见过你直播？是吗？你是在八廓街见过我直播是不是啊？主播是西藏本地吗？不是，我是安徽人啊，安徽人在西藏待了4年了哈。西藏几月份进入冬天啊？西藏进入冬天会很早，10月份左右啊，因为西藏只有冬天还有秋天这个样子啊。一般来说的话，它是没有夏天的啊。最高温度夏天白天能达到28度，但是晚上都达到晚上的话能达到10几度，所以一天的温度差距很大的哈。前天刚从西藏回山西啊，还想不想着再过来呀？轻声细语好听是吗？我在这边想跟大家吼吼不出来啊，因为本来就缺氧，然后我跟大家语速那么快的聊天，如果再大声吼的话啊，我吼不了几句我又要开始休息了，我估计。所以你们来到高原都会变得特别温柔哦，不信的话你可以来试试。我们往前面走啊，往前面走了哈。高反轻一点是每年的5月份到10月份这之间可以进藏的哈，这中间是我们春暖花开的季节啊，也是我们雨季啊，雨季，所以空气湿度要好一点，氧含量要丰富一点哈。对，氧含量，我们是在以大昭寺为中心，然后在转经道上面转经。这被称为八廓转经道，八廓相当于我们中环的一个转经道。我们大昭寺里面，我们释迦牟尼佛祖12岁等身像周围还有一个转经道，那被称为内环的一个转经道。像我们这个称为一个中环的这样子一个转经道哈。拉萨的海拔，西藏平均海拔都在4000以上啊，拉萨海拔低得很啊，它只有3650米啊，所以来拉萨休息几天是没有问题的，再往更高海拔的地方去。因为我们平时去到看到一些，比如说珠峰大本营啊。珠峰大本营，或者说是那些羊卓雍措纳木错湖啊，海拔都是在4500以上啊，所以拉萨非常有必要休息几天，调整一下身体的一个高原反应哈。去年去了一趟，是不是？岁数大了能不能去？多大岁数啊？我见过最大的一位老奶奶75周岁，然后跟她女儿一起进藏的，然后她是从林芝来到拉萨的，所以她没有高反，她是一路从低海拔慢慢往高海拔地方来的。布达拉宫明天去看啊，明天去看。今天的话是在我们八廓街这边给大家转经的，所以大家喜欢这边的风景啊啊，可以给我点个关注，明天带你们去八廓，明天带你们去布达拉宫那边去转转啊。哎，看看小姐姐在拍写真。爷爷去年来的是吧？高血压能不能去啊？三高人群啊，一定要问一下医生哈。我是江西的，可以来吗？可以来啊，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来，只要你身体健康，你就可以挑战一下。
如果身体有特殊情况呢，就尽量一定要问医生啊。高海拔的地方咱既不能太高估它，也不能太小视它，正常心态来面对啊。明天下午也是四点左右跟大家开播哈，明天下午冰封，明天下午是四点左右啊。感觉你说话比较费劲，因为我刚才在喝水，我如果不喝水还好了，喝水或者走路的时候说话都很吃力啊，在高原啊是这样子的。主播什么季节进藏？高反好一点，夏天，选择夏天来哈。每年的五月份到十月份来会更适合我们平原人的体质啊。我准备三月末可以联系你吗？可以啊，三月份来的话要带厚衣服啊。三四月份我们西藏还会飘雪啊，厚衣服给他带着，不要感冒。还有三四月份进藏的朋友，进藏前几天不要洗头洗澡啊。西藏的雨季一般是七八九三个月哈。主播昌都海拔多少？昌都的海拔好像很低，好像四千左右吧。我没有到过昌都，昌都是跟我们四川跟西藏交界的地方。坐飞机还是火车好？第一次来的朋友，我建议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坐火车进藏。火车的话身体有一个适应过程啊，循环渐进，慢慢接近高原，身体的话就不像坐飞机突然降落在高海拔地方，体内的气压跟体外的气压它是不对等的，所以坐飞机容易高反。但是坐火车来最好坐硬卧，坐卧铺来，硬卧或者软卧，这样子的话不太疲劳，不然你几天下来的话也很疲劳，来到高原还是一样很累的哈。不要太累，太累来到高原就是身体的话就扛不住啊。我是辽宁的是吧，辽宁过来要一个小如果坐火车的话要一个星期这个样子啊。因为辽宁在东三省，我们在鸡头，我们西藏的话在鸡腹部这个样子啊，所以整个跨度非常大。为啥不能洗头洗澡？因为高海拔的地方啊，它温差比较大，洗头洗澡容易引发感冒，引发高反。还有就是因为你洗头洗澡血液循环太快的话，也容易引发高反。所以很多朋友都会坚持一个星期不洗的啊。容易感冒。对啊，感冒还很难好，在高原它还会容易引起一些肺水肿啊、肺气肿啊这样子。贵州坐火车要多久啊？对，这里面的话它是敏珠林寺啊，这个是我们敏珠林寺，它是我们山南的一个附属寺庙。山南这个敏珠林寺非常大，我们拉萨的这个呢会小一点，里面有个很大很大的转经筒，它是几个人粗的是吧，刷到我了。江达在昌都那边是吧，看直播太阳还很高。对呀，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敏珠林寺，我们每个寺庙门口啊，每个寺庙周围一般它会有半圈或者一圈这个转经筒啊，老百姓是我们信徒的话是边走边推动这个转经筒啊，然后嘴巴里边念这个佛经啊之类的。转经筒的话这个是大一点的，很多老百姓手上拿的是这种小的精致的。转经筒它里面不是空的，它是有经文的，有一些是有六字真言或者十二字真言，所以转经呢大家不是说是白转的，相当于我们念经啊。江西飞机直达的话应该四个小时左右，如果不是直达的话可能要走重庆、成都这些地方转机啊。我有高血压，已经63岁了，真想去西藏旅游是吧，高血压不知道控制一下会怎么样啊，你到时候问一下医生啊。在家提前不要洗澡，还是到了拉萨不要洗澡？到了拉萨啊，不要洗澡。几点天黑呀？我们要到8点半左右天才会黑啊，7点半太阳才会慢慢落山啊，这个样子。主播看看我，好奇是不是？好奇我有没有高原红？你们猜有没有？苏州开的啊，我们每个寺庙门口几乎都有这个转经筒，都围着一圈。老百姓如果说信徒如果有时间会到寺庙来转经来拜佛，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大家会手上拿着那种小的转经筒在家里来转啊。你就是转经相当于我们一日三餐一样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边走边推动这个转经筒。我不是本地人，我是安徽人哈，景德镇过来。一般的话如果坐火车都是每个省应该都有直达的火车，但是火车时间控制都是在除了东三省那边都是控制在50个小时以内这个样子哈。可以露脸啊，为啥不能露脸？为啥禁止拍照？因为很多拍写真的人他会手扶着转经筒拍照，这样子影响咱们转经的人，所以我们做直播的时候呢就远远的坐着，不影响别人转经啊。我们来到高原来旅游也是一样的，尽量不要影响到别人转经拜佛哈，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子的。
不是自传的，他就是边走边推动这个转经筒，他不是自传的哈。自传的话那就没有意义了，就是大家如果说一辈子转了亿万次经的话，亿万次，那么他的功德非常非常大的。而且转经的时候呢，不仅仅是祈祷个人的一些也事情，不像我们平原人想的祈祷个人的一些发财致富啊，不是这样子的，更多的是祈祷本地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祈祷来生来世哈，是这样子。八月份去西藏有点高反，只住了两晚，遗憾。高原反应如果不舒服一定要多休息，然后呢多喝本地的酥油茶，多喝白开水啊，缓解高原反应。尽量不要大幅度的运动，不舒服的时候你就要克服去，不要说因为不舒服也要往更高的地方景点啊去参观啊之类，不要这样子啊，尽量多休息会更好一点。雨季一般的话是七八九月份啊。跟团去能玩的玩全吗？不一定啊，看你跟团的时间了哈。八月份来西藏最舒服呀，对，来避暑，来西藏避暑吧。还有小招式啊，长时间在西藏会不会对心脏不好？有这种说法，会说咱们的心肺功能啊，或者说是会变大变小啊之类的。但是现在怎么说呢，也没有一些科学依据吧。像我待了四年，到目前我没感觉到身体有异样哈。想去体验一下缺氧的感觉，小小，你的想法非常好，一定要来的。身体健康的人一定要来一次高原，来体会一下什么是高原反应。问了你两次不给回复，问你65岁老人有高血压能来吗？我不知道你高血压高到什么程度哎，那你可以问一下医生，高血压你看一下控制一下行不行啊？控制一下行不行？我估计可能危险哈，因为毕竟首先年纪大了，另外的话血压高的话来到高原还不好控制哈，所以可能有点危险，多看看我的直播吧，坐在镜头里体会一下高原风景好不好？八月去带多少衣服啊？带秋天的衣服。我们西藏其实没有冬天，没有夏天的。虽然白天能达到28度，但是晚上的话能达到零下哦，不是晚上能达到七八度的样子，十来度样子啊。刚才这个老奶奶转了几圈了，对，转经它是有讲究的，它是转单不转双，转一圈三圈。贫血的人来的话可能会高反，会头疼头晕，会严重一点，多带一些葡萄糖进藏然后补充一下也是可以的哈。然后低血糖的朋友都是这样子的哈。然后转经它是有讲究的，它是转单不转双，转一圈三圈五圈这个样子。单数在我们藏族人心中它是阳的意思啊，然后双数是阴，代表阴，所以大家都是单数，会更吉祥更吉利啊，这样子。五一去带啥衣服啊？五一来的话一些也是带秋天的衣服啊。五一的话温度还好，也要带秋天的衣服啊。拉萨有夏天有，只是相比较而言啊，相比较而言，就是说白天温度能达到28度，晚上的话十来度的样子，相比较而言哈。现在是全球变暖了，所以呢可能一年比一年温度会更高一点啊。往年的话人家都维持在25度左右哈。不论年纪，65岁对吧，勇气，对，杨柳说的特别对啊。然后我们转经的时候呢，他们嘴巴也会念经的啊，嘴巴里也会念经的。三月中旬啊，可以带一些棉袄啊，可以带一些棉袄。因为三月份还会飘雪呢，三四月份啊。给大家看看周围啊，我们这边的房子啊颜色不同啊，像我们黄色的就属于格鲁派的建筑风格，不管是黄色的还是白色的，它的门窗你们注意看一下，它的门窗它都是黑色的边框。这是哪里啊？杨小伙计，我们在西藏啊。弟弟咋不发作品？弟弟那个抖音号不能直播，因为被他说错话了，被抖爸爸永久封杀了。然后不管是白色的房子还是黄色的房子，它都是它的门窗，你们看看周围，它都是黑色的边框，它有辟邪避污秽的。我们地区上老百姓建的房子院子啊，也都是这种啊，也就是这种模式哈，就是这种。他们很久以前建的房子，它的墙体都是特别厚的实木结构，墙体很厚，冬暖夏凉啊。来了是吧？我知道西藏哪里啊？西藏拉萨大昭寺这边啊。带哪种葡萄糖好？哎，这个我倒没有去特别关注过，反正带葡萄糖来是没错的啊，多带一些来，然后特别低血糖的人容易头疼头晕啊。美女丫丫有的
嗯，对，都代表什么意思？潮汐，有的呢，它那挂的那些的话，它是很多都是卖东西的。我们因为现在在这个街道上，更多的是卖东西买卖的，很多都是卖工艺品的，它会挂在上面啊，这样子。安徽宿州的哈，我们往中间来哈，往中间来一下。刚才说到很多人说转经，还有其他，我刚才还有一样没解释到，因为还有一个，我给大家看一下镜头啊，你们看一下。看一下远处这些，这些老百姓房子的房顶都会挂着这些五彩斑斓的这些经幡，对不对？你们可以看得到，它经幡的话，它是每年它会过年前会挂新的经幡在上面。经幡它上面也是有经文的，它是随风飘扬一次，它代表了念一次经。所以很多人，包括特别以前很多文化层次不同嘛，他们为了转经方便，会借助于大自然的力量在念经啊，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藏族的老百姓很聪明，对不对？15号启程，不知道带多厚的衣服是吗？15号来的话，带冬天的衣服，金帆，对啊。前两年去了，环境熟悉，挺想再去的。很多人啊，所以说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高原啊。有些人来了西藏之后，他身体适应了，他心心念念着还想二次进藏、三次进藏，来把灵魂、来把心给他找回去啊。有些人的话来了之后觉得不舒服，或者不能克服高反的话，他可能以后提到高原，他会觉得很头疼、很头晕。提都不想提这个地方。所以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高原，有1000个西藏。像我给大家介绍的话，我的镜头是我看到的西藏，我的镜头中是我看到的西藏啊，是代表我眼中的高原。你们来了，也许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风景，也许是另外一番景色啊。只有自己亲自来了才有发言权啊。你们还在犹豫啥子呢，对不对？马上都春天了，可以进藏了。而且今年我觉得出国旅游就不指望了，对不对？到我们祖国的边境来看看，大好河山也很棒的。高龄老人是有多高呀？主播是导游吗？我不是，我是在西藏做餐饮，做西藏特产的。心脏不好能去吗？心肺特殊功能的，特殊情况一定要问一下医生啊。看过很多直播，喜欢你姐弟俩的感觉，淳朴，谢谢。熟悉的地方还想再去，对吧？扎西德勒，对，扎西德勒翻译成我们的汉语就是吉祥如意的意思啊。所以一句扎西德勒可以走遍我们整个藏区啊。你们学会了没有？公屏上扣出来好不好？扎西德勒。我卖的是西藏特产哮喘，刚才有个朋友说哮喘也要问医生啊，因为缺氧的地方，你如果一口气喘不上来的话，很危险，很危险的。很多人就是可能听了一些传说，说来高原会要命啊之类，其实那些都是特殊人群啊，身体特殊，有特殊病种的，其实身体健康的人不会这么严重的哈。7-8天需要多少钱？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会在5000左右，加所有的费用啊，车费啊之类，可能在5000。每个人旅行标准不一样哈，说白了就是一张火车票的问题啊，你们都懂扎西德勒是吧？血压低的人能去吗？血压低，高血压的话要问医生，低血压你也问一下吧，因为这个我不敢肯定啊，我不敢肯定，每个人体质真不同的。这里算不算步行街啊？秋思，这里的话，相当于步行街，被称为天堂上的街市，转不完的转经道，也被称为八廓街啊，就是我们转不完的转经道。很久以前的话，我们这边的话，它一直就有这个街道，它是尼泊尔商品、印度商品跟我们西藏的商品，它是在这里面做交易的，所以很多人的话会来到这边，也相当于一种赶集。但是更多的人会在这边转经啊，因为自从有了大昭寺，就有了我们这个转经道，也是上千年的历史了。以前很久以前的话，我们这个地方它是游牧民族，它不是聚集到一起的。后来的话，为了转经方便，为了在大昭寺周围来朝拜方便，所以大家都是聚集到一起来生活，形成我们现在的八廓街，形成我们西藏的拉萨。所以你们有听说过先有大昭寺，再有拉萨城，对不对？有这么一种说法，是不是？再去你店里啊，小芳。这是八廓街，我看一下，今天晚一点看看能不能带你们去啊。八廓街，对呀，八廓翻译成我们的汉语就是中环的转经道，中环的转经道。我们拉萨的话有几个转经道，我们现在在中环，我们还有一个外环的转经道，整个下来的话好多公里，应该有6-7公里啊，整个外环。很多老百姓从早上就开始来转经，然后先转了什么，我先转了我们里面的内环的，就是我们大昭寺里面释迦牟尼佛祖周围的这个转经道，先转了内环，在我们八廓街再转一圈，转了中环，
最后呢转一大圈，转我们整个老城区转一大圈，外环的一个转经道，林廓那边的转经道。所以他们转经的时候呢，要起个大早才能转完哈。信仰的力量是很强大的，经常你看到街上很多人就这样子往一个方向来，你感觉好像没有活动啊，没有什么，为什么会有人这样子往一个方向来呀、啊、那么多人聚集到一起都是因为他们在转经啊。八月份去最好是吧，几点天黑？要到八点半左右天黑呢。我九月份去的是吧，没啥反应还想去，来吧，来跟着我走一遍。这里也可以购物的，因为两边有茶馆，有购物的，有吃饭的，然后大家转累了都很方便，想买东西。很多人他不仅仅是拉萨本地的，很多是从地区上来的，他会带一些商品回老家啊之类的，都会在这边买哈。天黑了还没有呢，还早着呢啊。像我前两天我起了个大早，我一看哦，那个转经道上林廓那是最外环的转经道，它那个转经道大概有五六公里的样子，转下来啊，转一大圈转下来，人很多的，就是大家顺时针的往一个方向在走啊，很想去啊。主播西藏主要景点玩几天啊？吉祥，我觉得最好有10天或者。最少也要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啊，也不能玩的全部玩完，毕竟这个地方它跟新疆一样，它地广人稀哈，不一定能玩全部玩得完。怎么不理我呀？转经是什么意思啊？转经是我们宗教祈福的一种活动啊，有几种方式啊，有磕长头，在这个转经道上面磕长头的，往年磕长头的人会多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往年没有受疫情影响，大家慢慢磕长头，一磕磕一整天都是没有问题的，或者过年前一直磕到过年后都没有问题的。今年受疫情影响，所以你看到街道上大家都是走路顺时针的迅速的走过去啊，不在公共场所逗留，是这样子一个原因啊。还有就是走也是一种转经，磕长头也是一种转经，还有手上拿的转经筒它也是一种转经方式哈。包括我们远处看到的这些经幡，对不对？经幡它随风飘扬，然后呢借助于大自然的力量也是一种转经，因为它经幡上面它是有经文的。所以我们西藏为了转经，大家也是绞尽脑汁，非常聪明的一个民族啊。如果说一个人他一辈子转了10000次经的话，那么功德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大家都在追求，如果大家就是说在家里没有时间到寺庙来转经，他会在家里转着他们手上拿的转经筒在家里转哈，就是一年四季这样转，然后相当于一日三餐一样，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孩子来这里学佛，回内地就应该就听话了，可能心态上是不一样了。有关天珠吗？小芳，天珠水分比较大，然后没有东西的话也没法讲，所以我会跟更多的呢会讲一些风土人情啊之类。因为天珠它根据你有一些至存天珠，它是上千年的历史，它就比较值钱嘛。有一些你看黄眼了，你就可能是最近几年的天珠，你可能价格都给的不准哈。所以这种有水分的，完了之后不确定因素太多的话，我们不给大家去很少分享，因为分享起来的话，我怕大家就是买了之后或者说是大家学了之后觉得会买了之后就是不值钱，或者说是跟它的价值是不对等的，所以尽量不产生那么多的误会哈。月底来哈，好。租一个月的房子，房租贵吗？夏天冬天很便宜啊。冬天的话冬天你要是租客栈这些的，一个月它会整租出去的，1500左右就可以了。那如果夏天来的话，你可能要租一个月是很难租的。你租一些公寓房，它可能短期它都不出租的。像我们租的公寓房一般都也是1500左右。还没有黑，九月份西藏最好，茶香，夏天来最好，每年的5月份到10月份来最好，那个季节来最好。欢迎我们直播间新进来的朋友，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是在西藏的首府拉萨，然后在海拔3650米的雪域高原给大家做的直播。谢谢我行我素，谢谢你送的礼物啊！大家方便的话，也可以给我们飘礼物的朋友点一波关注哈。我在西藏是常住的，每天会跟大家分享高海拔的好玩、好吃、好看的风景，分享给你们啊！大家喜欢这边的风景，也可以给我点个关注，多了解本地的一些气候、高原的一些风土人情、气候啊！以后说不定你们哪天就来西藏旅游了呢，对不对？你多了解，你就会心理上没有那么大的恐惧。有些人之所以不敢来高原，不是因为时间，也不是因为金钱上的问题，而是因为他对这座高原他有恐惧心理，他可能会觉得海拔高，人来到高原容易危险啊之类的。其实多了解，你就会发现跟我们平原上其实差距没有那么大的哈。然后高反其实健康的人完全是可以克服的哈。
关注我一下是吧，我也是苏州的。好的，陪陪，今年夏天去是吧，三星级酒店可以啊。西藏你看我们平时租的一些酒店，比如说快捷酒店啊，我们要的快捷酒店的一些标间在高原可能300块钱左右啊，我就是担心高反。对啊，我知道80%的人都是因为高原它被却步了啊。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张火车票的问题啊，你只要了解这个地方气候，只要身体健康的人不会。短租也有啊，不会太害怕的，短租房子也有，冬天短租会更多一点，夏天的话短租要少一点，因为夏天是旅游旺季，首先酒店宾馆客栈啊这些青旅它不会短租出去的，其次的话还有就是你要是租一些其他的那些公寓房啊，他们那些房东也不愿意短租出去的啊。谢谢善缘，谢谢0823的掌上明珠。这么多人干嘛？大家在顺时针的往一个方向来转经啊，来朝拜。你看很少有逆行的，对不对？你们来了以后也是一样的，顺时针的往一个方向来走。在这个位置的话是免门票的，刷身份证刷脸就可以进来了啊。你们来了要到这个街头来体验一下啊。人家说流浪在拉萨街头，我是世间最美的情郎，对不对？你要来体会一下。等会他晚上的夜景也是很棒的，夜景真正感受到就是流浪在拉萨街头那种感觉，很惬意，又有一点点凄凉，又有一点点就有一点点的那种没有压力的舒适感啊，也很舒服的。大型的商场在哪里啊？商场的话是在那个位置啊，大概1公里不到啊，出门的话出大昭寺就可以走得到，大概走个5分钟就到了哈。去亚丁差点要命。布达拉宫是全面开放的，对，是的，但是他到15号，你们记住，还有10来天的时间啊。谢谢朵朵。现在不知道疫情结束了吗？结束就去。对，今年我估计可能更多的人会选择国内游啊，可能国外的话就不适合出去了，所以多看看直播，然后多看看我们祖国边境的这些新疆、西藏、内蒙啊这些风景，也许说不定哪一天你就要安排上了呢，对不对？是真的这样子啊，因为毕竟今年国外真的不安全哦。9月份去最好啊，夏天来，每年的5月份到10月份买一套房子能落户吗？可以的。以前听说藏民很难处，特别凶悍，现在看着好像误解。对呀，然后藏区的朋友他是全民信教，全民信教的话他是有底线，非常朴实的，确实也是非常团结的一个民族啊。所以不会像有一些没有信仰的地方他可能会无底线的去怎么怎么样的，这边不是的。这边的老百姓，你看我经常直播的时候，有的人特别好奇，他会到镜头前打个招呼啊之类的，或者你对他笑或者他对你笑，就是很和善，然后因为幸福指数很高，精神上的富足会比较大吧。也许是因为这些原因，然后大家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就容易拉近，不像可能走在一线城市大家都是很冷漠的，来来回回的迅速的离开啊，真的是擦肩而过。在这边的话更多的是老百姓就是互相的能接受得了，因为也许真的是压力没那么大的话大家更容易亲近吧，是这样子。我感觉主播普通话很好听是吧，以分享录屏，谢谢三姐，谢谢大家的关注啊。那个汉族人多吗？多的啊，我们做生意的啊，西藏整个整个拉萨的话常住人口大概在35万，然后一半有占的汉族啊，因为做生意来西藏做生意工作的很多都是我们平原上的人比较多，还有这边驻守的部队也是非常多的哈。我们沿着人群往前面走了哈，不在这个位置耽误太久了哈，跟着他们一起来转经。转经它是有讲究，在这个转经道上面它也是转单不转双，转一圈三圈五圈这个样子啊，不会转双圈。单圈的话代表阳，双圈在藏族人心中它代表阴，所以说单圈会非常吉祥吉利的数字哈。走路一瘸一拐的更多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啊，转经也确实是这样子，年轻人他要工作要挣钱养家糊口，所以老年人的话他时间会更充足一点。而且现在看到的老年人包括现在看到的人群更多的包括80%左右都是我们地区上的藏区的老百姓，他们有可能一辈子就来一次高原，趁着现在腿脚还方便还能走动，他们来高原来拉萨来布达拉宫脚下来到大昭寺这边来朝拜啊，
你们有看过那个电影吗？他说的就是藏区的朋友一辈子一定要来一次啊，来到冈仁波齐神山去走一走，然后到大昭寺脚下去拜佛，到布达拉宫然后到这些地方，到拉萨，他们也以来到拉萨过年过藏历新年为荣啊。不仅仅我们平原上的人非常向往这个地方，因为有些藏区因为它行政管辖会在四川理塘康定阿坝这些，或者云南藏区，或者青海安多这些藏区，他们住离拉萨也是很遥远的，一般也都是2000公里左右的，所以他们能来一次高原过年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哈。藏红花只要来例假的时候潇洒走一回，只要来例假的时候不要喝，女孩子来例假的时候不要喝，然后呢哺乳期怀孕的时候不要喝，其他时间段都可以。之所以让你不要天天喝，是因为你喝的量肯定大，你少喝，每天放个3-4根进去就少放，不要像人家那样放太多，放太多喝的话容易上火，容易流鼻血，所以喝少一点可以坚持每天去喝。如果你一天喝太多的话，那你就不要坚持去喝了，你要过一段时间再喝。不过你放太多也浪费，说实话，因为你身体也吸收不了的哈。小月子也不要去喝哈，小月子也不要去喝啊。美女从成都入藏啊，坐火车还是包车去啊？成都过来的话，如果人少的话，那你就那个坐火车来呗。如果你人多，或者说是开车过来自驾都可以啊。不是说藏红花特别寒吗？藏红花多少钱一克？藏红花我这些的话，我会星期五下午4点钟啊，会带大家搞一个专场直播，到时候我会挂上小黄车的哈，然后给大家都是批发的价格，比本地零售价要便宜一半哈，所以你们有需要的或者懂的，你可以星期五下午4点钟到我直播间来哈。今天我就不会给大家详细介绍，因为我们平时更多的会直播风景哈。紫外线是不是特别强？必须的，它每天强烈的紫外线它有8个小时哦，它是四川的2倍多，所以我感觉在西藏待一年相当于在四川待2年的感觉啊，因为皮肤特别容易苍老粗糙，然后长细纹啊这些。女孩子如果说来旅游可以分不同的季节来进藏啊，如果是工作原因的话，那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就是像我待了4年。我待了4年，我的皮肤都变得很粗糙。我觉得自由行还是跟团好。刚来的时候呢，可以到拉萨之后报团了。拉萨市里的旅游，你慢慢的去玩，待个3天左右都是没有问题。正好身体也适应高原气候嘛，拉萨海拔也不高，你慢慢的去转转就可以了。后面要报团呢，因为报团的话，因为很多景点像新疆一样，它是地广人稀的，很多景点都是在海拔4500到5000以上的高原，所以报团是最划算、最实惠、最安全的一种措施啊。你除非你是自驾的，其实路况也不是很好啊。你哪里人？我苏州人啊，怀孕了没来是吧？谢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啊！我在西藏是常住的，所以经常会跟大家分享。像我们月底的话，会分享西藏林芝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现场版啊，漫山遍野的桃花啊，月底带你们去看看啊。我们2018年马爸爸都到我们西藏来看桃花节呢，所以你们不要错过。如果时间允许，你们自己过来现场体会；如果说大家安排来不及安排时间，可以到我直播间来看一下，给大家做现场版的直播哈。月底这个样子。主播多大？我是89年呢。西藏其实它特别神奇啊，它整个藏区的风景都是很绝美的。小黄车哪去了？小黄车没挂，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本来过年前后这边东西都是缺货，缺的比较严重，厂家都没有生产，缺货严重，本来这个地方它都是物产不丰富的，产量都是有限的，所以大家买的很多东西包括虫草啊这些都是产量有限的。我挂上去我怕到时候发货都来不及，因为没货发你知道吧，所以现在的话我一般更多的播风景一些，然后以后后面星期五会给大家来个专场，到时候我先把货给他备齐了再跟大家去说。我是安徽人哈，就在一个地方待着没意思。对呀，回不去的曾经。我们经常的话因为冬天天冷，所以呢我会更多在拉萨市里啊，然后现在后面天暖和了就开始放飞自我了啊，带你们去看看去看看西藏不同的风景，转过来看看导游，很好奇是不是？那你们给我点个关注来着，我看有多少人点关注，是不是很好奇主播待4年了有没有高原反应，有没有高原红，是不是？看看这张脸还能不能看得下去，对不对？是的，很多人很好奇啊，在高原是不是就有高原红了？
虫草大概多少有？虫草要晚一点，晚一段时间。而且我跟大家想分享的东西，一般我都会从直接给大家卡的价格，这样子大家能喝能吃得起啊？是吗？哦，对对对，来旅游的吗，大哥？哦，哇，刚才有一个超帅的大哥，然后他看到我的直播间了。我一般给大家分享的特产呢，我能希望给价格打到最低，然后给大家批发的价格，这样子你们能吃得起，然后我卖起来产量也会量也会大一点，所以会比平时零售的要便宜。也是像虫草现在价格，虫草现在确实比较缺货。另外的话，像虫草更多的挖虫草是在9月份10月份的样子，那个时候价格会便宜，所以我想选择便宜的时候给大家去分享。可能我个人的话可能会更注重于这些质量跟价格两方面同时着手吧。那么多人关注，是不是啊？轮到我露个脸了，是不是啊？好的，给大家瞅瞅啊，给大家瞅瞅在这边巴拉巴拉跟大家说的话，然后就是我在这里待了4年，你们看一下啊，后面好多人。你看现在是几点了？现在6:32了，我还戴着墨镜，因为现在太阳还是比较亮，我要晚一点把墨镜给它摘掉。安徽宿州的是吧？服装贵的啊，西藏这边的服装它是比较经典款的，然后一套服装可以穿好久，所以西藏咱们这边不是经常会做服装，然后买布回去，买布请师傅来做，一套服装做下来也是3000到4000这个样子。西藏大使这个谈不上，帽子帽子口罩眼镜来高原一定要必备的，一天会让你黑好几度啊，特别小姐姐们啊。然后还有就是补水隔离防晒的也要安排到位，不然人家还真以为你从非洲回去的呢。真的特别晒哦，你看我出来我也是在阴凉底下跟大家播，有时候太阳底下我晒一回我整个人会很闷，我受不了的。你们来了尽量热的时候冷的时候去晒晒太阳，不冷的时候就可以在阴凉底下，人会舒适一点。阴凉底下有感觉出来，就是氧气会充足那么一点点，比太阳底下要舒适一点点。没有高原红取墨镜要不找不到你了可以在这里等一下啊，等一下稍微再晚一点我把墨镜完全取掉，因为现在看屏幕的阳光太照眼的话，戴墨镜对眼睛是一个保护啊。我现在不戴墨镜我几乎都不敢出门，也许是习惯的问题啊。你看本地的老百姓更多的也会戴墨镜，然后也会戴一些帽子啊之类的，这是我们来高原的一个标配，知道吗？帽子提前把啊在家里给买好，买最漂亮的帽子进藏。我们平时在马路上也可以看到帽子啊，因为风一吹就把帽子吹掉了，有些人是骑摩托车或者电动车就不下去拾了啊，帽子就这样扔了，所以在马路上经常也能看到的。紫外线强是吧？那么多人，小朋友刚才抢镜，哈哈哈哈哈哈，看看我们这边的人很热情，然后呢，很实在。完了，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没有那么大，确实，我想可能是因为压力没有那么大吧，人跟人之间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隔阂之类的哈。街上都是本地人吗？对，二小姐、二丫姐。街上现在看到的更多是我们藏区的朋友啊，你看大家转累了会在这边休息，更多是藏区朋友。所以冬天的拉萨看到的会是更多的是转经者的神圣啊，会更安静一点啊。如果说你们夏天进藏看到的很多都是游客的话会更喧嚣一点，会整个会感觉大家都在拍照啊拍写真啊，会更喧嚣一点。所以冬天的拉萨真正的圣城拉萨啊，真正的圣城拉萨。你来西藏工作，我6月底去西藏是吧？谢谢阿雅姐，谢谢大家送的礼物啊。对，左上角有红包，大家可以去抢的哈。为什么那么多人腿脚不好？因为老年人居多，老年人可能因为年轻的时候条件不允许或者条件不好的话，他可能是被冻伤的。像我们以前条件不好，他用到的水都是雪水啊这些，还有就是农活干的多了，年轻的时候被累伤的。老年人，我们平原上的老年人也会有腰间盘突出啊，腿脚不方便啊这些的哈。拉萨人不愿和别人合影，有些比较传统啊，有些还是比较开放的啊，每个地区都有这种，对吧？有些比较传统，有些比较开放，这是正常的。谢谢古董哥，谢谢峰哥古董，谢谢你们送的礼物。大家方便的话也可以跟我们飘礼物的朋友点一波关注啊。谢谢你们的支持。看一下电影《冈仁波齐》，对吧？看起来很有感触的，是不是？你来西藏工作？对，我在西藏待4年了，我在这边创业哈，跟我弟在这边做餐饮啊这些哈。老乡你好，太和一哥。
都是挖虫草累的。挖虫草它就是这海拔一般都在海拔4000以上哦。然后呢满山遍野都是，漫山遍野它都是那些雪，都是白白的白茫茫的雪，所以挖虫草不对眼力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然后也是对眼睛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主播四川人吗？我是安徽人哈，我是安徽人，在西藏，四川人在这边比较多，拉萨市被称为小四川，因为四川跟我们西藏是交界，所以很多四川人会过来这边做工程做生意啊，来这边创业啊打工啊之类的。满大街都是川菜馆啊，都是川菜馆，还有尼泊尔餐，还有印度餐啊，更多的是我们藏餐馆。在拉萨待了4年没有回过老家呀，回过的红红，怎么不回呢？经常回去的，因为家里一旦有事就开始就要回去嘛，不过现在也习惯了，路途虽然远，但是已经习惯了哈。坐飞机就要转机，然后坐火车的话就时间耗费的比较久。4月5号来要穿厚衣服，要穿冬天的衣服啊。可能晚上会冷一点，白天可能大太阳的时候你觉得热，但是晚上还真的冷啊。主播今天晚上去布达拉公播吗？不去，明天去啊。今天是赶不到布达拉的，明天会带大家去布达拉。然后今天我们会在这里看一下我们八廓街的夜景啊，因为到晚一点然后灯光都亮起来的时候呢，八廓街的夜景还是超棒的，真正是流浪在拉萨街头哦。那个时候的感觉就确实觉得是流浪，完了之后而且流浪没有压力的那种流浪，人都朝一个方向，是因为在转经道上面顺时针的在转经啊，因为转经它是有讲究的，我们这个转经道也是有讲究的。你们来了以后跟着大部队往前面走哈。每天几点播啊？我一般4点左右啊，中毒了。第一次去会缺氧吗？可能会啊，可能会啊。缺氧的话它是因人而异的，缺氧会产生一系列的高原反应啊。昨天你弟在布达拉公播，对，是的，有时候我要是没时间都是我弟出来带大家玩的，所以大家关注我们是没错的，我们姐弟俩会经常啊，有时候一起有时候会分开来带大家出来玩的。武汉应该有直达的哈，有些是一般省会它都是有直达的飞机通往拉萨，但有一些的话你可以转机的话时间就耗费的稍微久一点，转机就是会便宜一点啊，会从比如说重庆或者从成都西安这些地方转机，它会省一点啊，省点钱。大昭寺离布达拉宫不远，1.5公里哈。几月份去西藏风景最好？一年四季的风景都很棒的啊，就看你的选择了。还有就是很多人可能二次进藏、三次进藏的话，就会可能会选择不同的季节来了。选择夏天来的话，会更适合我们平原人的体质啊。开车回一次要多久呢？开车呢要久喽。开车一般女孩子还真的。扛不住啊，我觉得，反正我没开车回去过，最好一个两个以上的老司机啊，大家进藏来的朋友最好，如果自驾来的最好两个以上的老司机。首先路况的话它也会很弯很曲折，比如说318很多雨季的话，赶上夏天来的话它会有泥石流啊，赶上冬天来的话它会有些暗冰。两个人的话可以换着开，还有就是身体不要太疲劳，太疲劳的状态下驾车来到高原很容易引发高反的，所以来的时候如果自驾朋友啊，一定要选择两个以上的老司机再一同进藏哈，不要一个人去挑战，反正也有一个人去挑战的，但是那一种状况有点危险哈。世界上最高的房子就是这个吗？没有高楼吗？有的，高楼在我们新城区啊，几十层的高楼都有啊。林芝桃花节什么最好？来林芝看桃花节，3月底啊，3月20号往后就可以了。3月底4月初啊，我们林芝桃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现场版哦。我们月底也会带大家去看的，现场给大家做直播，漫山遍野都是桃花，那种盛况还是了不起的。关键是它处在高原，高原你们看到的，你看平时看到都是这种，我给大家看看这面啊，都是这种，漫山上面它是没有任何农作物，没有任何植物的，都是这种光秃秃的。而林芝离拉萨大概300公里，但是它是山水清秀，漫山遍野的桃花，就很神奇，就形成两个鲜明的对比。就是一座大山，山这面跟山另外一面的风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整个藏区我觉得很神奇啊，我们大自然很了不起的，你越了解越可能会觉得它会吸引的你的地方会更多一点啊。晕车到西藏是吧？
会不会高原反应啊？晕车来的话啊，不一定啊，这个没有可比性啊，这个没有可比性啊。有的人晕车来高原反倒没有太严重的高反，有些人可能身体健康的人，包括很多人健身的人啊，还有就是运动员体质的，他来到高原反倒是高原反应会很强烈，是因为他的心脏跳的会更慢一点，身体越健康的人，可能会有这么严重的高反。这个的话，现在没有出来一些科学依据啊，是根据大家平时的，推算来的，或者平时的一些，包括我自己，我是一个身体非常强的，我感觉我身体非常强壮的一个人，但我来到高原，我是很严重很严重的高反。所以大家可能更多人都会说，来到高原的话，就是这一块身体越强健的，反倒是高反越严重的啊。谢谢多多爸爸。啊，几点天黑？我们要到晚上的八点半啊。主播，你进藏是坐飞机？我是坐火车来的哟，我还是有很严重的高反哟，所以我是一个个例。完了之后，我虽然高反很严重，但我在这个地方待了4年啊，所以你看，高反是克服的，是可以克服的，对不对？克服之后，你看都是正常的，没有任何问题了哈。对，鹏鹏，我会在这里看夜景啊。5月份来西藏穿什么衣服啊？穿夏天，穿冬天的，穿那个秋天的衣服，像大衣也可以带着，开衫啊这些都可以带着，因为5月份的话还是冷的啊。我上个5楼喘不过气来，可以的，可以来西藏挑战一下的。西藏有美女吗？西藏的美女五官很标致，但是实话实说，因为西藏这边气候影响，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所以这边女孩子的皮肤，包括男孩子的皮肤都是很粗糙的，这个是无可奈何的。但他们五官很标致，而且特别持家，特别实干，最主要的是西藏不需要彩礼。那主播，你每次进藏会有高反吗？我还好了，我如果像我们前2年，如果选择冬天进藏，会有一点点不舒服，睡个1-2天就好了。夏天进藏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现在我已经慢慢习惯了，除非我特别疲劳的，特别赶夜路啊，来到高原可能会有点不舒服，其他都没毛病了。心脏早搏能去吗？这个要问一下医生哦，我也不确定哈。我在西藏能跑吗？你在西藏能跑？可以的。你看我跟大家说话声音很快，然后呢如果在走路很快我就会喘，特别冬天，有的人冬天在关注我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冬天我冷，然后我也喘。夏天我倒好一点啊，这个也是正常的。你也像你们来了以后，不要像我一样语速那么快，我这种语速快的话也是特殊情况，因为大家的问题比较多，我又是一个急性子。你们来了把自己当成老人，会更好的适应高原哈。周六周日也播吗？对，正常情况下都会给大家播，除非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哈。高血压能去吗？三高人群问一下医生哦。今年不冷，对啊，白羊，你看大家穿的都很少。我觉得今年整个拉萨的话啊，暖冬啊，是个暖冬。马加米的话，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马加米传说是我们64仓央嘉措跟他情人约会的地方，在这个位置，现在形成我们网红打卡的餐厅。然后2楼跟3楼，主要是2楼跟3楼，然后在3楼可以看到布达拉宫。现在是汇集了尼泊尔餐、印度餐，还有我们的藏餐，还有少量的西式简餐在里面。你们来了以后可以去里面尝尝味道还可以，但是价格还挺贵的，可以到里面歇个脚也可以哈，价格还是不便宜的哈。这边刚才看到的不是藏族小丫头，是小姐姐拍照的，拍写真的，更多的是我们游客。140斤可以去吗，胖子？我觉得140斤看你有多高，应该不算胖吧，不算很胖吧。不要穿短裙，你在这边很难穿的，因为太冷了，天太冷了，根本穿不了。川菜口味是吧，近一点录一个是不是1.6。那身体如果比较均匀的话也可以挑战一下呀。休息脚也收费吗？我怕到那上面很难找到位置哦，因为这个地方你看这么大的人流是很难找到位置的哈。今天很幸运刷到你了，年轻的时候没时间去西藏，现在高血压心脏又不好，可能有点危险了。多看看直播也可以的，就当我们来过了是不是啊。
五一去西藏是不是没有冰川了？五一来的话，有些地方还是有的，还是有的。Hello， 消费多少？这里消费，你要说马吉阿米的消费的话，还是比较贵的啊。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喝的一壶茶，可能15块钱、20块钱，在这里可能要卖80-90块钱啊。七八月份有冰川，人气高是吧？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秋收，谢谢你们送的礼物和点赞啊！大家喜欢这边的风景，也可以给我点个关注。现在是我们北京时间的6:46了，我们现在太阳还很大的哟。马吉阿米味道还可以，价位也不便宜哈。大街小巷都有我们的藏餐厅，可以到其他地方去吃也行哈。因为我们这边藏餐厅的味道还是比较统一的。一直想去那个神圣的地方，就怕高反。丫丫五月底去西藏要穿什么衣服呀？白天可以穿夏天的连衣裙吗？五月份来我估计穿起来有点危险，你带着吧，你可以拍照的时候穿一下，拍照结束了就赶紧把厚衣服穿上了。其实包括夏天来也是一样的，拍照的时候你穿一些，很多人带红色的裙子啊进藏，然后拍照会比较好看嘛，比较抢眼，但是长时间穿着是不行的啊，就是拍照的时候穿完了赶紧给他穿厚的。很冷的，阴凉底下很冷的，除非你一直在太阳底下晒，太阳底下晒，如果你在海拔很高的话，它那个风还比较大，然后吹着你也是冷嗖嗖的。五月份会下雪吗？五月份的话，有些地区会的，比如说阿里、那曲这些地方会的，拉萨是不会的了。拉萨一般偶尔飘雪会飘到3-4月份，它飘雪量会小一点哈。去过一次哈，还要几天？对呀，1000个人眼中1000个西藏啊！你看来过的人，他心心念念着，还想再来一次啊。去一趟最低消费多少钱？看你的旅行标准，然后看你的时间哈。所以一张火车票的问题，你可以按照最低标准来给自己规划也可以啊。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呀，我们就可以欣赏到风景啊。几月份去最好？害怕高反的人，你选择夏天进藏。每年的5月份到10月份，来旅游的人是最多的，是旅游旺季，但这段时间消费会高一点啊。如果说你的经济压力比较大的话，你选择冬天进藏。冬天我们3A级以上的景点都是给大家免门票的哟，所以冬天的拉萨会更安静，然后更神圣，然后真正的圣城哦。蛮尽责的，对我们这些没有去过的人好有耐心是吧？对呀、给大家既然选择给大家做直播，那就要专业一点，或者说尽量做到专业，对不对？人家这么多老朋友在我们直播间陪着我，然后我跟大家就如果说是马马虎虎的解释的话，我首先我自己心里也过意不去，浪费大家的时间，另外的话没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的话也没有任何意义，对吧？高反快把我劝退了。为什么呀静静？高反其实因人而异的，如果大家身体健康人来进藏的话，高反也不会那么严重啊。害怕高反你选择夏天来嘛，然后用我们的毅力是能克服的。我们身体在接近海拔3000，它会做出来一系列的高原反应，比如说胸闷气短、四肢乏力、头疼头晕，因为包括饮食不振还有流鼻血，这些都是正常的，没关系的，我们可以完全可以克服它，一般3天左右就可以克服它了。那身体有特殊情况呢，就不要挑战，一定要问医生啊。很多人听说过什么要人命啊高反，其实这些都是因为身体有特殊情况的人啊，像身体健康的人来高原其实没有那么大严重性的。你看现在冬天来旅游的人也是比较多的呀，对不对？冬天比夏天的缺氧量更严重啊，有哮喘要问医生哦。西藏有几条街？紫岩西调我还没数过呀，西藏的街道也很多的。夏天去对吧？去西藏带什么药？可以带一些感冒药，或者带一些葡萄糖，或者呢，很多人开始喝红景天，带点红景天来可以啊。你高反是什么？我高反是吐，我那个时候来高反就是发烧，就是吐，就是两种啊。我那个时候刚下火车的时候，冷空气一吹着我，我就开始吐，在广场上就火车站的广场上就开始吐，然后到酒店沾到冷水就吐。我那时候算是比较严重，因为我那个时候心态不正常嘛，我是比较压抑的状态，还有就是各方面处于低谷的状态来到高原，心态不好，所以你们来高原一定要把心态放平稳了，放平缓了，来高原你就会战胜一半啊！就这样，心态很重要，靠我们的毅力来克服高反的，不要太颓废、太沮丧的状态来高原，你身体的话也会根据你的状况来那个做出一系列的反应啊！你就高高兴兴的，轻轻松松的，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来，就是反倒好一点哈。对，头要炸开了，对。
我就害怕高反是吧，我是广东女孩，我很喜欢这里，我以前身体不好，来到这里之后没有什么不适。对啊，有的人有是有那么说法，就身体越健康的人来到高原反倒是越严重啊。主播人真好，谢谢燕燕。我啥都不怕，就怕高反。正常，不仅你怕哦，你看像我们来高原旅游的朋友，包括现在还没有来，80%的朋友都被高原反应给吓住了啊。所以不仅仅是我们直播间可能一部分的伙伴，是更多的人都是这样子。所以我现在觉得，既然网络那么发达，网络那么方便，大家多了解本地的一些风土人情、一些气候，缓解我们来高原的恐惧心理。就是大家多了解，可能以前在我们认知范围之内，就是觉得高原会要命的，会很严重，会很恐怖的。当你了解不同的话，然后你了解这个地方的气候的话，你就是不会有那么害怕的心理，心态越好，反倒是没有那么严重的高反了。天好亮是吧，主播露个脸。好奇好奇有没有高原红是不是，好奇我有没有高原红是不是。好喜欢西藏的服装，以后一定要买一条裙子。西藏你看这边它的藏袍，它藏袍老百姓穿的藏袍的话，它都是从上到下一整套连在一起的啊。胃不好的人这个应该是只是饮食上的注意啊，其他应该还好了啊。非常好的地方，去过还想再去是吧。主播露个脸，是吗？你们那么多人好奇我长什么样，好奇我有没有高原红，待了4年有没有高原红是不是。那你们给我点个关注，点个关注，我看有多少人好奇的，我把镜头给大家转一下，满足你们的好奇心。确实待了4年，然后皮肤不可能像以前那么水嫩了，皮肤变得粗糙，然后呢细纹会增多。但是估计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高原红。来瞅瞅啊，给你们看一下啊，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高原红。现在包括我们藏区的朋友也是一样的，女孩子都很注重护肤了，所以很难看到有高原红了，大家都开始注重皮肤的保养啊之类的。现在半天了吗小猪？现在是傍晚了，现在是傍晚。我哮喘，去过丽江、玉龙雪山。花香这个可比性不是很大，为什么呢？因为玉龙雪山它属于云南境内，它整个大环境啊，它周围的大环境山水清秀的地方，它氧含量是丰富的。而高原的话，它是整个大环境，它几千公里，它全部都是没有绿植的，所以说它大环境不同，所以可比性没有那么大。只有自己来了之后才能知道哈，有没有高原红？你们看。我不是兰州人，我是安徽人啊，待了4年。你看我是一个喜欢笑的，现在太阳还不是现在太阳不是那么大，我可以把眼镜拿掉了。然后现在的话就是经常的话就会有眼角会容易长细纹啊，脸变得粗糙啊，皮肤这样子啊。帽子不太好看，帽子是我随意买的，然后遮阳用的。快喝水，还好刚才喝了一杯水，还好啦。看看我们后面多少人，安徽宿州的，非常漂亮，皮肤保护得很好，已经不好。你看我喜欢笑，有细纹，所以大家来高原旅游的时候，硬件帽子、口罩、眼镜给大家安排上了，软件的话，比如说防晒的、补水的、隔离的一定安排上了，不然人家还真以为你从非洲回去的呢，一天会让你黑好几度。这边的太阳，日光城嘛，被称为日光城，虽然很舒适，你特别冬天晒太阳真的超级舒服，晒着晒着你就可能睡着了，但是你一觉醒来你就黑的一大圈哦。爱笑的女孩好运是不是？你是安徽的？对，没之运，我是安徽的。你弟弟人很可爱是不是？我让他晚一点过来的，也不知道他过来了没有。你大几毕业的？为什么这样说啊？早晚冷得要死，对不对啊？许仙姑娘好漂亮，怎么是许仙姑娘的了？给我改名换姓了是不是？啊？啊？啊，西藏老年人，西藏老年人，我就是这样，我也听不懂。西藏转经的，我也听不懂。不过我经常能看到这位老爷爷，他在经常的转经，虽然腿脚不好，但他经常的转经。我注意过他，人特别好，每次看到我的时候就跟我笑笑，然后说几句话。但我说实话，我听不懂他的普通话，因为老年人可能不像年轻人普通话说的会标准一点啊。但是真的很和气啊，所以整个藏区的老百姓都是非常和气的，都是非常朴实善良的哈。对，现在西藏是大白天。西藏的民俗情节有哪些要注意的？温馨提示一下呗。可乐，
苏州以前叫许仙是不是啊？怪不得呢。可乐这边的话，高原的话，主要是全民信教。我们是全民有信仰的民族，全民信佛教，所以寺庙比较多，入乡随俗。到寺庙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还有就不要去跟人家去讨论这个佛教上面的问题啊，或者就算你有不同的见解，或者说是你不信，但是呢你也要尊重这个样子，管好自己的嘴巴。还有遇到一些僧人啊，现在僧人不是比较多嘛，我们满大街都可以看到僧人，对不对？僧人比较多，然后呢你也不要去跟人家随意的去合照，去给人家拍照，然后要得到别人允许之后再去拍照，这样子啊。特别是到寺庙里的话，裙子啊、帽子、口罩、眼镜要给他拿下来哈。裙子是女孩子是不能穿裙子进寺庙的啊，裙子里面要套裤子啊，是这样子的。几点天黑？我们要到晚上的那个8:30啊，现在是8:30啊。每个人手上拿着一串珠子啊，那个珠子是我们的佛珠啊。大家一般是左手拿着佛珠，右手拿着转经筒。佛珠它是起到一个计数器的作用，比如说你看他手上拿着转经筒，他转了几圈，佛珠会波动一次，它起到一个计数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转经的时候，包括我们转经筒的时候呢，精力是非常集中在一起的，不然你都不知道自己转到哪一圈了，转到哪一块了。是这样子的，欢迎我们直播间新进来的朋友，欢迎你们。现在是我们北京时间的6:57了，我们天还没有黑，我们要到晚上的8:30左右天才会黑，7:30的样子太阳才会落山啊，跟我们平原上是有2个小时的时差啊。我们喜欢西藏的风景也可以给我点个关注啊，我在西藏是常住的，每天会跟大家分享高海拔的好玩好吃好看的风景分享给你们。我现在脚下的海拔是3650米啊，是圣城拉萨，在这里给大家做直播的哈。姐姐，我现在月中旬来，穿什么？穿厚衣服，穿棉衣来哈，穿棉衣进藏。虽然你看白天很舒服，然后太阳很大，但是一旦到晚上的话，温差就开始降下来了。它一天的话有好几度啊，中间有10几20度的温差，所以多穿厚衣服是没毛病的，不要感冒了。感冒的话，在高原还很难好。在网络上看到是吧？啊，千万不要和藏民说话，是不是这个恐？没有，不恐怖的。高原的话，全民信教，特别朴实善良的一个民族，而且大家精神上富足，然后压力没有那么大，生活幸福指数又很高，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就没有那么大啊。然后不像我们平时可能在一线城市啊，人来人往，匆匆的行色匆匆过去了，对不对？在这面反倒偶尔，你看我在直播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过来打个招呼。其实都不认识的，有时候会给你一个笑容啊之类的，很和善的一个民族哈。我个人特别推荐大家来西藏旅游，西藏的话满足你对整个想看到的风景的一个想象啊。整个藏区又比较大，面积又比较广啊，一年四季看到的风景也是不同的。昨天刚从那边回来是不是啊？就是有些的话可能是在我们认知范围以外的，你不了解的你就会觉得很恐惧，听说都是一种传说。现在网络那么方便对吧，大家多看看网络上的一些信息啊，然后多看一些直播啊，了解一些高原的气候啊、人文啊、饮食文化各个方面，以后说不定你哪天就来高原了呢。以前是因为不了解，现在了解之后等到哪一天天时地利人和你就来了，对不对？我们往前面走哈，往前面走走，我们往前面走，再拐个弯就可以看到布达拉宫的一角。布达拉宫在这个位置，在前面也可以看得到的哈。腿脚不好，因为都是老年人居多，老年人他们转经，他们朝圣，像年轻人的话，他们平时的话也要工作，也要上班，所以老年人转经呢会更普遍一点哈。工作的话主要是靠餐饮还有服务业比较多，这座城市它不是没有大型的工厂，被称为最后一块净土，你们都有听说过对不对？世界第三级最后一块净土，所以政府保护的也比较好，不会为了发展经济而去破坏一些生态环境，所以大型的工厂还有大型的企业在高原几乎是看不到的哈。打算4月份去是吧？3月20号左右去看十里桃花。好的，我们月底也会带大家去啊，月底会带大家去以林芝，去我们西藏的小江南，山水清秀的地方，带大家去看十里桃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现场版啊，漫山遍野都是桃花，在藏区啊，在高原上的桃花，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像我们2018年马爸爸都到我们西藏林芝来参观桃花节的，所以如果有条件的朋友或者有计划
划的朋友可以选择月底进账，如果说暂时时间不允许的，你可以到我直播间来看看，然后我们会给大家估计可能会有一个星期左右的直播哈。格格不入，就你眼神犀利。月底我们月底会在月底还有四月初会在那边临职待个一个多星期这个样子哈。有高原反应吗？现在还好了，现在的话马上到夏天的话倒好一点了，冬天可能会更严重一点点哈。我们已经习惯了，我都待四年了，所以我已经习惯了哈。几点黑呀？我们要到晚上的8:30左右啊，因为越往夏天来黑的会更越晚啊。一般我是下午4点左右跟大家开播哈。西藏的话，你看像我们夏天的话，它天黑下来要到9:30，然后现在冬天呢是要到8:30左右哈。红领巾是不是啊？你不能拍到红领巾是吗？你也晒成那边的皮肤了吗？礼衣呀，你猜猜。林芝桃花节是不是雨季啊？天气一不好，对不？26号去。林芝主要就是经常就是阴沉沉的。林芝被称为我们的小江南啊，经常是烟雨蒙蒙的感觉啊，是正常的。之前买的贵，而且只能拖地是吧？你看小姐姐在这拍写真啊，我给你们来看一下，后面的古树也被称为唐柳啊，还有公主柳啊，在这里哈、啊。看小姐姐在这拍写真。你们来了可以拍套写真哦，非常棒的哦，留个纪念哦，有可能一辈子只来一次高原哦。餐厅生意好吗？没有疫情之前还挺好的，现在受疫情影响也比较差了哈。三月中旬，每天的紫外线都很强，一年四季的紫外线都强，所以不要偷懒。不要抱侥幸心理啊，一定要多带一些防晒的。冬天我们也会戴帽子，夏天也会戴帽子、墨镜都会戴的。去了好几趟，所以有些人进藏第一次来西藏的话啊，如果他适应高原的话，他会心心念念着还要再回来一趟，还要再过来看看山水。有些人的话，他可能适应不了，或者说很难受，也许就来一次，或者以后再提到这个地方，他会觉得很头疼头晕，想提都不想提的。所以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高原，有1000个西藏啊、哦。我们镜头中看到的是我眼中的西藏，我跟大家分享。也只是我眼中的西藏哦，不代表所有的。你们来了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也许只有来了之后才有发言权吧。不要因为看到了高原就不想来了，或者说是就可以不来了。我觉得还是要亲自过来看一次看的。这是八廓街，对，这里是八廓街啊。不要喝酒，没什么事。喝酒、吸烟来高原都要少一点哈、啊。去了3趟，我感觉没有什么感觉啊。下飞机之后，流鼻血正常。一般下飞机3个小时之后才会有一些高原反应的。很多人觉得刚下飞机的时候就觉得很舒服啊，然后觉得哎没有问题，我可能会习惯这个地方，会怎么怎么样的。其实不是的啊，3个小时之后才会做出来反应的啊。你们也来了要注意啊，洗衣液太好了，怕了。直播宿州哪里的？我是宿州4县的，我是一个县城的哈。内蒙古长期居住西藏有什么问题啊？没有啥问题啊，我觉得可以啊。我也是平原上过来的，我都待了4年了。西藏是想是让我还想再回去的地方。故地重游的人太多了，一会去哪啊？我们一会在这边看夜景啊，看夜景。我们在另外一个位置，我给大家换个位置，你可以看到布达拉宫的一角。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看到布达拉宫的一角，我先换个位置哈。你从靠海的地方来是不是啊？我从平原来，我从靠海的地方，我有些人从靠山的地方来。有，你看一下布达拉宫在这个位置，看得到吗？布达拉宫在这个位置。布达拉宫的话，它是这样子的，我们布达拉宫周围方圆3公里之内的老城区，它的建筑都不允许高过布达拉的高度，所以我们在很多角度都可以看到布达拉宫，稍微高一点的角度都可以看到它的全景啊。我们老城区咱们政府规划的非常好，所以风景保留，老城区的原始建筑保留的很好，再加上这个地方确实每天转经的人很多，所以流浪在拉萨街头你感触也是不同的，就是身临其境的感觉哈。长沟的是吧，小祖宗。好，现在不是很冷啊，现在不是很冷。你看在这个位置啊，看到了吗？在这个位置布达拉宫。
明天我们去布达拉宫啊，明天去跟大家做直播，布达拉宫脚下做直播。你们喜欢这边的风景，想看看明天的布达拉，可以在我的直播间点个关注啊，不然你们下次都找不到我喽。去年夏天，去年夏天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磕长头的？磕长头的，包括现在磕长头之所以少，我们往年满大街啊，这个转经道上面，除了大家在行走在转经之外，还有就是磕长头的人。磕长头的人之所以多，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受疫情影响，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慢慢的一磕磕一整天长头，或者磕几天都可以。现在因为受疫情影响，所以马路上不允许大家就是在公共场所长时间的逗留，大家都是迅速的通过这个转经道，多转几圈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今年几乎看不到磕长头的人是有原因的哈，因为为了疫情更好的防控嘛，这也是特殊情况，无可奈何之举哈。扎西德勒晚上好。对，在那边开个民宿，民宿大概多少米啊？在那边开民宿的话，看你的大小喽，对不对？口罩之所以戴着少，首先因为很多可能是游客，本来这个地方它就缺氧不舒服的，如果你戴上口罩，可能就是聊天或者呼吸都不畅的，所以很多人会选择不戴口罩。还有更多我估计是因为这个地方空气特别新鲜吧，是不是想大口的畅快的呼吸。我跟大家都没戴口罩，因为我一戴口罩的话，我跟大家聊天特别吃力啊，聊不出来，声音要很大很大才能聊出来。买点藏香，初心你不用担心，明天后天星期五到我直播间，我会跟大家分享西藏的藏香、藏药、藏红花，我会给大家挂上小黄车，分享西藏的牦牛肉干，都会给大家分享的。到时候你们到我直播间来看就行了，因为我们给大家很多都是跟厂家直接合作了，到时候给大家都是批发的价格，你们需要的或者你们懂的，因为西藏确实物资匮乏，但它生产出来的东西确实是效果比较好，是平原上的好几倍啊。到时候你们有需要到我直播间来直接去拍就可以了哈。藏红花是吧，牦牛肉干。辽宁坐火车得多长时间？辽宁过来的朋友，哇，坐火车要一个星期哦，辽宁过来差不多要一个星期，可能要走北京转车哦，因为辽宁在鸡头，我们东三省在我们鸡头，然后我们西藏的话在我们鸡腹部这个样子啊，所以以距离跨度很大哦。我去买过藏香，很好。对，西藏的藏香都是手工做的，很多都是用中药做的，所以包括藏药啊、膏药啊，这些都是很棒的啊。很多人会冲着会来西藏旅游，会带着这些藏香、藏药啊，这些藏红花、虫草啊，或牛肉干带回去的哈。什么时候啊，佳佳啊？我星期五下午的4点会给大家专场直播，搞西藏的特产哈。然后我最近两天会给大家播风景哈。广州到西藏要多久啊？广州过来也是50个小时之内坐火车的话，西藏陕西到西藏坐火车多久是吧？从楼上去一家甜茶馆，对，楼上有一家甜茶馆，而且，楼上的位置很多都是能看到布达拉宫的啊。野生菌也有的啊，也有的啊，松茸啊这些你们都懂的，高原松茸啊这些都是很贵，但是呢确实很名贵的啊。静月丫丫牛肉干收到了，只送了转经筒，没有送奶贝呀，没有，有没有送甜茶呀？你给我留言，我下播之后给你查一下哈。我一般正常的话啊，给大家不仅价格便宜，还会给大家送一些赠品的。我一般都是我发货的，所以我特别小心，害怕发漏了，一般不会出现特殊情况的。静月，你给我留个言，我下播给你查一下哈。这几天温度怎么样？这几天温度暖和得很啊，很舒适啊。西藏藏餐馆有肉贵吗？西藏的肉不贵，但是水果蔬菜超级贵啊。西藏的肉它是，比如说猪肉，它是从平原上运来的，然后呢，它都是冻肉运上来的，所以价格也不是很贵。但是蔬菜水果新鲜的，它都是要贵的很的啊。要减慢速度，保护体力。好的，随遇而安，谢谢。谢谢你们的关心，没事，我会更小心的。我在高原待4年了，我还可以适应这个地方，所以我可以这样放肆大声的跟大家聊天。你们来了以后保护好自己是真的哦，不能这样快速的聊天，然后包括走路啊都要慢一些的。对，肉不贵，蔬菜贵。去年夏天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经幡、方便聊一下吗？住宿还行，200多是不是啊？
好，我们往前面走了。我们这边牛肉，1斤300。对，藏区的牛肉正常的话，正宗的藏牛肉啊，牦牛肉一般的话也都是250到300啊。但是我们直接是跟厂家合作的，会给大家便宜的，会给大家批发价格，然后一般的话能达到5折优惠啊，所以很棒的啊。所以我们的每次我要是挂小黄车，销量也是很大的。我就是想着让大家就是能吃得起，然后包括一些藏红花什么能吃得起，不要说是因为价格太贵了，很多人舍不得买啊之类。所以我们就是利润压缩到最低最低，把这个让大家都可以买尝尝这样子啊。来本地的话都买不到这些优惠的价格，很多几十块钱、上百块钱，很多都是鸡鸭合成的肉比较多哈。对，每个人手上都有串串，对不对？广西天都黑了。这里天亮几点钟啊？这里的天亮要到晚，天亮早上8点半左右啊。安徽人对。高血压可以去吗？小包子，高血压三高人群要问一下医生啊，现在还没有黑是不是啊？看看这个人拖着两个小宝宝，他们很好奇我在干嘛，一直巴拉巴拉在说话。你看西藏的小朋友，藏区的小朋友，你看一下，还是也很可，超级可爱。完了之后，然后他们从小就开始学习三种语言啊，一种是汉语，一种的话是英语，还有一种是藏语，所以他们语言天赋会好一点。小朋友跟他们聊天一般他都能说普通话的。可乐可以啊，到时候我给你推荐一下哈。手链的话会少一点哈，因为手链天珠这些水分比较大。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话，就大家买的货真价实的，有些如果我们眼拙或者没有看出来的这个水分的话，到时候你们买回去就是那个会跟它的价值是不对等的。所以我一般也不敢冒这个险哈，我一般会对吃的比较讲究，因为我们做了几年吃的，还有特产吃的这一块会做的时间久，会更专业一点哈。街头上的人多是吧？藏红花应该有，对，小黄似的，你太聪明了，贡哥在我后面是吧？我走路本来就很慢了，我再慢的话，我就要原地踏步了，好不好？藏族女人扎的围巾是，对，也是有讲究的哈。更多的藏袍它是从上到下是一个袍子的哈。小朋友基本会汉语，对。那边有个部队嘛，去拍一下，为啥拍不行啊？抖爸爸不允许啊，所以我们遇到这些一些的话都要错开啊，不敢去拍的哈，也不能拍的啊。第一次有什么注意事项？如果你特别害怕，你最好前两三天进藏之后的两三天不要洗头洗澡哈，容易高反，容易血液循环太快的话容易有高反哈。问了好几个问题都没有回答，居委会大妈，你问的啥？再重新问一下吧。啊，因为我刚才问题多，我可能会跳过了，有些问题没有看到哈。没有车是因为这边是那个大家都是刷身份证的，你看一下远处，都是有安检刷身份证进来的，所以车子都是进不来的，都是只能人进来的。不缺钱也没有啊，每个地方都是有穷有富的啊，所以不能一竿子打倒啊。正常情况下啊，贫富都是有一点点的差距的，所以也不能完全说都是有钱或者都是穷的啊。我是安徽人，藏花一般买了好几份，店里也买过是吧？周五几点开播？要到下午的4点钟啊，下午的4点钟去西藏提前，对，可以提前吃点红景天。红景天的话，它是生长在海拔4000以上的高原，它做出来的口服液和胶囊，它多少它是有一些抗高反的功效的，所以大家吃了呢，可能心理上有个安慰，但是不能完全的依赖啊，更多的是靠我们的心态来克服，心态好了，克服高反非常有必要的啊。身体有什么要求啊？我5月份自驾来，最好2个以上老司机一起进藏啊，有人给你换着开要好一点啊。一个人太疲劳了，疲劳状态下来到高原就容易引发高反哈，所以身体一定不能太疲劳。还有就是可以车上放一罐氧气，然后呢可以带一些感冒药或者带一点葡萄糖进藏也可以啊。很多低血糖的人来到高原头晕，这些都是因为低血糖造成的啊，喝点葡萄糖还可以的啊。
各地的西藏人都是一路磕头到布达拉宫。对，很多很多是这样的，很多人他说一辈子要磕一次长头，从家门口一直磕到布达拉宫，磕到我们大昭寺。然后我们马上走到大昭寺的正面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话，今年是因为不允许啊，今年是受疫情影响，不然马路上到处可以看到磕长头的人啊。现在大概几点黑呀？要到晚上的8:30这个样子啊。现在去西藏不需要隔离的小黄，这是哪个景点？我们在西藏的首府拉萨，然后在大昭寺，然后我们整个拉萨的老城区中心位置，在这给大家做直播。我远一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大昭寺的一个全貌哈。然后现在是夕阳西下的时候，北京时间7:15啊，所以这回大昭寺上面洒满了阳光，你们看一下，真的是洒满了阳光。大昭寺离布达拉宫大概1.5公里哈，一定要去的。一定要去的地方，70岁的老人，我不知道你身体体质怎么样，要做个全面的体检。我见过最大的老奶奶是75周岁哈。我们远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大家没有关注的可以点播关注啊。我们远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辈子是去不了了是吧？喝红景天好还是藏红花好啊？喝都差不多，喝红景天吧，更多的人会喝红景天啊，喝红景天或者带葡萄糖进藏也可以啊，会很多人会选择带葡萄糖进藏，反倒不是带红景天哈。来，我给大家转一圈啊，我给大家转一圈啊。怎么去西藏最好？第一次来，如果你时间允许，可以坐火车进藏啊。关注我了是吧？满大街就我一个人拿手机吧，满大街就我一个人脸皮厚，敢给大家做直播是不是啊？然后你们没有关注也可以点播关注。明天我们去布达拉宫，今天我们在大昭寺啊。完了之后，后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其他的景点去看看的。所以关注我准没错的哦。西藏好玩、好吃、好看的风景会跟大家分享的啊。然后我们大昭寺，我们先看一下。等一下录屏的朋友也可以一起来录一下，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大昭寺。然后我们西藏这边寺庙比较多，因为它是全民信教的。像前面很多人好奇这个白色的炉子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煨桑炉，以前是烧炉子的，后来为了环境影响现在烧不了了。然后这个位置的这个是我们的玛尼柱，长长的杆子，它是玛尼柱。玛尼柱上面它是有经文的，也被称为经幡柱啊，它有经文的。每个寺庙门口都有一个或者两个，我们大昭寺的话它是有两个，你看一下，它正面它是有两个的啊，它是有辟邪辟污秽的。大昭寺它是坐东朝西的，早上是8:30左右天亮哈。姐姐不理我，喜欢弟弟。主播辛苦，不辛苦了。我们大昭寺是公元7世纪的时候，第32代赞普，我们的藏王松赞干布他所建造的宫殿啊，他所建造的这座寺庙，距今有1300多年的历史。它是坐东朝西，跟尼泊尔是隔山相望的。现在是夕阳西下，所以大昭寺上面洒满了阳光。之所以面向西，是因为了缓解尼泊尔赤尊公主她的思乡之情，所以说它是面朝西的。跟大昭寺隔壁的话有个小昭寺，小昭寺的话它是坐西朝东的，它是面向大唐的方向，长安的方向，是因为缓解我们文成公主的思乡之情哈，所以它的方位它是不同的，是这么一个理解方式。然后大昭寺前面的这个房子，你们看一下，录个屏。好，我等一下给大家录一波哈，等一下给大家录一波。不远，这个前面的矮房子呢，它是我们常年供奉着上千盏的酥油灯哈。我们先来录一波屏吧，好不好？因为这个位置，因为也不能长时间的逗留，因为广场上不允许逗留时间太久的。往年这边很多磕长头的人，现在不允许逗留，是因为疫情影响哈。还有包括前面以前都没有栏杆的，大家都在里面磕长头，带上酥油茶，带上甜茶，藏巴，啊，一磕头会磕一整天，累了渴了就喝点酥油茶，然后休息一下接着磕头，所以信仰的力量在这边体现得淋漓尽致啊。现在是因为受疫情影响，所以几乎看不到磕长头的人啊。你看前面有一点点，他们只能磕一回马上就要走了，因为管理的人管得还比较严的哈。想在这边录屏的朋友，我们就先录一波，录一波我们往前面过去哈。蝈蝈咋还没来？对呀，你们呼喊一下他。来，我数3、2、1，咱们一起来录一波屏哈。手机右下角有三个点按钮，点进去它有录屏的功能。我觉得现在夕阳西下的大昭寺还是值得纪念的，值得留影的哈。来，5G还没有啊，5G没有啊。大家谢谢大家的关注啊，对，大家没有关注也可以点播关注哈。来，我们3、2、1，开始喽。
嗯，大家有没有录成功啊？有没有录成功？谢谢小说的夸奖啊。然后刚才有朋友怀念拉萨的太阳，对不对？看到我的影子了。嗯，这里的为什么朝一个方向？因为转经道上面转经啊。我们大昭寺刚才没介绍完，我再接着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大昭寺里面供奉的是我们的佛祖释迦摩尼十二岁的等身像，所以这边的香火你看每天都是那么旺盛，那么多人在这边朝拜。哎，等级来说，在我们西藏等级来说，大昭寺是等级最高的。大家就是见到我们的佛祖释迦十二岁的等身像，就等于见到了他的真身，所以大家都会在这边来朝拜来拜佛。大昭寺那个佛祖等身像周围呢，它是有一个转经道，相当于我们内环的一个转经道。那外面呢，就是我们这边这一块的转经道，围着整个布达拉，围着整个大昭寺大概一千米的样子，会有一圈的转经道。是这样子，所以大家转经的时候都是顺时针的往一个方向来走啊，它很少有逆行的，你看到吗？大家都是顺时针的在走。现在看到的转经可以进去的啊，进去是从这个位置啊，85块钱的门票，6点钟就进不去了啊，85块钱的门票，现在的话就进不去了哈。拉萨，对，去年去过，还真的想去。嗡嘛呢呗呗哄，对吧？现在拉萨不是很冷啊，所以转经的人特别多，就是因为它的等级特别高嘛。往年没有受疫情影响的情况下，很多国外的人都到我们西藏，都到我们雪域高原来拜佛，到布达拉宫、到大昭寺这边来拜佛、来朝拜，然后呢，或者过来探索这座雪域高原。今年是因为受疫情影响啊，所以看不到国外的人。往年满大街都是的。所以作为我们国人的话，更应该来一趟高原，对不对？更应该来一趟我们祖国的边境。我估计今年来的人会更多一点，因为今年受疫情影响，国外都出入口径都已经关闭了，更多的是在我们国内游，对吧？国内游首选拉萨，首选西藏哦，我特别推荐呢。你们家的甜茶太好喝了，今天又买了一些，是吧，卓玛？好的，卓玛，谢谢卓玛支持。我拍了2袋西藏甜茶，只收到了一袋，说拍2袋送一袋的，只收到一袋。主播查一下哟，秋天的童话，你拍到的是不是400克的一包的甜茶，对不对？我们之前跟大家播的时候呢，是200克一包的，买2包会送大家一份酥油茶。但是因为当时发货最近缺货缺的厉害，所以就直接发400克的了，然后送一包酥油茶，是这样子的。最终它的总量是一样的啊，它的总量总含量都是400克，它是一样的。所以当时我弟有给你们打电话，有些是电话没有接通的啊。如果你还没有，我还没有解释清楚，你到时候给我留言，我到时候再给你解释一下哈。核酸检测不需要带了哈，但是绿码要有的，绿码要有。哪里拍啊？我们今天没跟大家分享，我们星期五啊下午4点钟会给大家专场直播我们西藏特产的。你们有需要的或者想吃的，可以到我的直播间来看一下，我到时候会把小黄车挂上啊。今天没有挂哈，今天会这两天给大家分享的都是风景哈。对，正宗的，对，今天又拍了一些，是吧？好的，3月中旬来要穿厚衣服啊，要穿厚衣服哈。谢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啊！我在西藏是常住的，每天会跟大家分享高海拔的好玩、好吃、好看的风景，会分享给大家的。大家喜欢这边的风景，记得给我点个关注哈。然后包括我后面给大家分享的一些特产，都是批发的价格，我们是直接跟厂家合作的，就比你们来西藏本地买的零售价格要便宜一半啊。还有是给大家保真的，有些可能大家不知道，可能买到的比如说牦牛很多都是鸡鸭合成的肉，你们还不清楚，所以我们给大家分享都是保真的啊。关注我还是有很多好处的。你看大家都是顺时针的在转经道上往一个方向来转经啊，这是我们八廓相当于一个中环的转经道，刚才是没解释到的，接着跟大家解释哈。私信你漏发的礼品会补发吗？对，漏发的东西我会给大家补发的哈。关注了是吧？这一会特别舒服啊，因为这一会的话太阳也不是特别大了，走着也舒服了，然后这样子慢慢转经还是比较惬意的哈。走路一瘸一拐的是因为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居多，他们年轻的时候受疫情年轻的时候条件不好的情况下，很多干农活累伤的，还有一些条件确实相当差的时候呢。我现在开始审核了，我现在开始审核完了之后，你们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可能我现在可能要开始审核了哈，可能有一些镜头不太好哈。我审核了，你们没关注的点关注一下哈，没关注的点关注一下哈。对，我现在进入审核了哈，可能刚才的镜头可能有很多的那个，我不知道能不能听到我声音，能听到声音吗？能听到声音吗？
断网了，没有断，然后可能刚才那个不知道镜头哪里不允许哈，可能要经过审核哈，我往前面来啊，啊可以了啊，能听到是吧？啊可以了可以了，刚才可能可能镜头转的时候可能碰到什么了哈。对，400克是正常的，那就没错了。秋天，因为平时分享是小包装的，200克一包的。我那天货不够的时候，我用大包装给大家发的，品牌还有味道、口味各方面都是同一个厂家，就是他那个是大包装的，其他小包装可以了是吗？好的，人家老人家走路不利索是吧？是正常的哈。我在烟台，天已经黑了是吧？海拔是多少？海拔3650米啊，西藏平均的海拔都在4000以上，所以我们拉萨的海拔低一点，你可以休息个两三天在拉萨的时候。然后这个柱子是什么？这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柱子被称为我们的马尼柱，也被称为金帆柱，每年过年前都会换新的，在上面会裹一层新的金帆，所以它是有辟邪辟污秽的，每个寺庙门口都有的。你看我们这个寺庙门口它是有两个，有的寺庙门口它是有一个，有的是有两个。对，我在大昭寺啊，我在大昭寺给大家做直播的哈。拉萨到底几点才黑呢？可把你纠结坏了。拉萨它是这样子，它分为四季不同的时间，然后黑的时候也是不同的。比如说真正冬天的时候，过年前的话，它可能是7:30左右天就黑了。那如果说像现在的话，要到8:30，要到再往后往夏天推的话，要到9:30天才黑啊。所以它整体的时间是跟我们平原上是有2小时的时差。关注了是不是？谢谢查无此人。有4个柱啊，整个大昭寺周围它是有5个，也5个也是分别代表了5件不同的大的历史事件哈。主播露个脸是不是？很遗憾只待了3天，有机会再回头来转转啊。对，唐伯会盟碑啊，唐伯会盟碑有的，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拉萨楼价新盖的房子12000左右啊，12000，好神奇的地理位置。对，所以西藏我个人就是越了解它越觉得它的神奇之处啊。你看你们想要的大草原风景对不对？冰川雪山啊藏区都有的，还有山水清秀的林芝小江南，还有这种空旷这种苍凉的一种大气的美啊，高原也是有的，还有湖泊，它咱们全区的湖泊在1500多个湖泊，是我们全国最高的一个湖泊省份啊，所以西藏的碧绿色的湖泊、翡翠色的湖泊都是非常多的，很绝美。还有包括我们非常历史非常悠久的藏文化然后够大家研究的上千年来的藏文化都是很棒的。我们不同的饮食文化还有民族信仰啊，各个方面都是不同的，与众不同，会有一种流浪在街头真的会有一种异域风情的感觉哈。我个人觉得来西藏旅游绝对会只要你慢慢适应，不要太紧张，不要太激动，你适应高原你就会越来想着以后还会再来一次，心心念念着还要再来一次啊。藏红花有的，藏红花我到星期5会跟大家分享的啊，星期58点多了是吧，推荐一下牦牛肉的品牌，身边奇胜的比较出名，还有就是雅古都的牌子，奇胜的夕阳好美，再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夕阳西下的大昭寺。阿刁有那么一句话，你在这个位置阿刁有那么一句话啊，不是阿刁有那么一首歌是阿刁对不对？我们张若涵吧，然后他唱的那个阿刁，然后他说大昭寺上面洒满了阳光真的是夕阳西下的大昭寺，他就是洒满了阳光天还是很亮是吧？主播露个脸，很好奇是不是？好奇主播长什么样子？你们给我点个关注呗，然后我看多少人点关注多少人好奇我脸上有没有高原红的，我给你们把镜头转一下待了4年有没有高原红的？你们猜一下，天珠能找到几点天黑西藏现在是8:308:40的样子8:30，你看真的是大昭寺上面洒满了阳光对不对？我们往前面走，因为这边部队比较多，我怕镜头扫到部队的话就不好了。